好，各位同学晚安。好，那我们今天呢，好，把它关小声一点哈、哦。哦，好震撼的音乐哈、哦，在这个悠扬的音乐当声当中呢，我们揭开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开始来复习大学升大学的学测这个数 B 的复习啦。不过老师还是觉得啦，这个数 A 跟数 B 它的差别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差距。不过老师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这个分析啦齁。今年呢是第一次学测的数学呢，它是把它分成数 A 跟数 B。那么想当然数 A 是稍微困难一点，数 B 应该是会比较简单一点。不过、哦、有很多同学我后来知道的是，他们好像数 A 跟数 B 都有在准备啦、哦、那也是很好的啊、哦、那数 A 跟数 B 的准备方向，那我大致上也跟同学聊一聊。那在今年的这个学测当中啊，可能同学要注意一件事，就是说数 A 的难度啊，应该会比往年学测，我认为啦齁，真的是比往年提高。可是也许这是我个人的可能参加多次会议判断的啦齁、哦、可是也许同学还是多听一听嘛齁、哦、多比较一下这样子齁、哦。那数 A 为什么会提高？因为难得啊，这个数学啊会在学测当中会分数 A 数 B。在这个模拟考当中，同学没有发现其实已经数 A 的难度已经相对提高了。那数 A 的同学可能要比较注重的是这个有一些这个系统性的判断，那他可能在一题当中呢会有很多的概念啊，两三个概念是有的，那可能呢不像以前这么快可以得到立即得到这个答案这样子。那数 B 的同学呢，虽然也许难易度稍微简单一点，不过呢在一题当中呢，它其实还是会这个包含了许多我们教这个学习学过的一个知识节点、哦、这个是必然的在学测当中。那我觉得你要怎么准备呢？好，这个我们留到最后呢再来去做说明。那今天在晚上的期间呢，好，我想要跟同学呢分享一些这个重点，好，在这个重点做地毯的这个复习。那至于有一些重点没有复习到的部分，那等一下呢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呢会留一些这个我会在这个库克云上留一个这个表单给同学填。如果你要全部的这个老师今天的整个复习的这个讲义内容呢或者是影音内容呢，那老师或者是之后再补充的呢，那请你呢留下你的这个姓名、学校跟 email， 那我呢会只要随时有补充马上寄给大家这样子齁。这样可能我们有一些售后服务齁，在库克人就是有这个好处齁，他有一些售后服务齁，针对同学的需求啦齁。那这个每次都考量到同学的这个学习齁的需要齁。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开始来开始我们的晚上的课程的内容咯。我们今天齁要从这个高中升大学数学科学测总复习。不过呢在晚上的这段期间呢，我要抓几个重点来跟同学做地毯式的复习，而不是全部扫描过一遍。因为我大概有看过一些这个整个复习，有一些老师讲的非常的这个含糊啦，那有时候讲的好像天马行空，那可能这样也不好。那我干脆就这么短的时间，在两个小时当中呢，我可能呢就有一些重点好抓出来跟同学一起讨论，好，一起学习。那如果同学呢，因为我很怕说同学可能在当中有点问疑问要问，那可能你就留言在下面。可是我可能切来切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会因为荧幕要切来，因为我现在是这个变成简报。诶，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现在应该是简报的这个对，应该是好 ,OK, 好，这样没错的。好，那所以我现在是简报的这个页面齁，所以呢我如果切来切去怕这个浪费时间，而且呢有时候会断断续续的，可能也是有点卡卡的啦齁。那我在这两个小时当中呢，我的口语速度会非常非常快。那同学觉得啊跟不上怎么办，我要抄笔记啊，你千万不要抄笔记。好，在这两个小时当中呢，你就呢好好的跟着我一起来听我讲齁。听我讲就可以了，先培养这个数学的数感跟方向，然后要相信自己一定是能成功，能提升自己的成绩的。好，你今天晚上听我讲有一个方向之后，之后再去准备可能会
比较有那样的感觉哦。那你不用去急着去算出答案，因为今天所有的资料，同学只要留下你的姓名、学校加 email， 我就会把今天的资料加上我之后补充录影的这个影片，会全部寄给你啦。千万不用担心，而且是免费的哦，只有在库克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啦齁。好，那我们就来讨论几个重点。那这个速毕业同学，我很想从这个速列开始来讲起。好，速列应该是速毕业同学几乎会最常遇到的齁。那什么是速列呢？速列呢，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就是把一个数列排在一起就叫做数列啊，当然没有那么简单了哈。当然我们在数列啊有不规则的跟规则，那不规则的我就很难讨论啦，所以我们会讨论这个规则的，所以我们会用这个 AN， 哎，我要叫出我的小画笔啊，这边对，小画笔这边好，所以这个 AN 哈就是用来表示 A1L A3 到 AN 好，这样子好，因为这个符号啦，这个 AN 好，用个这个小括号把它括起来，那 A1 就第一项 ，A2 就第二项嘛，好，那这个 AN 我们来讨论几个有规则的数列。第一个有规则的数列就是等差数列啦，这个数列是最有规则的数列。什么叫做等差数列呢？就是后项减前项，好，相邻的两项后减前，那么呢它都是一个固定的值，这个固定的值我就叫公差。那在第 N 项 AN 呢， AN 怎么写呢？哦，它有这样子，所以来来来，我今天告诉你的是结果，我就不要再告诉你它的这个当中的导正的过程咯，因为我们已经在复习了嘛，而且学测不太可能会考当中的导正的过程，然后所以你听听我的结果，然后呢你就太快的话没关系，你有那个感觉，然后慢慢的我跟你讲怎么复习，最后我会花个十分钟跟你讲说接下来剩下49天你要怎么样去做准备哦。好，那么 AN 呢就是首项 A1 加上 N 减1乘上公差 D 嘛，这个就是第 AN 项、哦、等差嘛。那如果是等比，等比也是一个很有规则的数列。什么叫做等比呢？就是一串数列相应的两项后项除以前项如果都是固定的值，这个固定的值我叫做公比，叫做 R，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等比数列。那第 N 项怎么表示呢？第 N 项 AN 呢就是第一项首项乘上公比 R 的 N 减1次方，这个就是等比数列。好，所以我们在高中时候呢讨论最多最有规律的数列，第一个就是等差，第二个就是等比。当然了，我现在举几个例子来跟同学做讨论了。第一个例子，他说已经知道呢三根号三九这样构成一个等比数列，等比哦，人家已经告诉你这是等比，可见的呢哦，我相应两项后项除以前项就是一个固定的值，那么呢首项 A1 跟公比值、哦、接下来我就不要再细算了，因为 A1 就是第一项 A 就是3嘛、哦、公比就是后面除以前面、哦、相应两项后面除以前面就根号三，至于第六项 A6 就是 A1 乘上 R 的五次方，那呢你就可以去算计算啦、哦、那至于81根号三是第几项，我们可以利用一般项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哦，81根号3就首项3乘上 RR 就根号3嘛，根号3乘上 N 减1次方，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整理整理，然后两个比较系数就可以得到 N 等于8了。好，这个例子很简单啦、啊、齁、哦、好，那如果是这个呢，这个等比刚刚等差我就不要去讨论，因为等差实际太简单了齁、哦、有时候等差数列一般基础题目比较简单，我们等一下去讨论的是它的这个应用题型好不好。好，那这个等比数列 AN 呢、哦、如果 A2 等于 108， A6 等于三分之64、哦、我们要求 A1 跟公比 R 的值， A1 跟公比 R 的值，那我就知道啦，因为 A2 就是 AER 嘛，从这里呢我就可以得到这个，因为 A2 已经有了嘛，好，那我们就列出来，那 A6 呢就是 AER 的五次方，所以从这里呢来我们来相除一下，就 A 都约掉嘛，就 R 的四次方， R 的四次方来我们经过计算三分之二的四次方，那 R 呢就正负三分之二，那我就要去分两个去讨论啦、啊、R 如果是三分之二的时候呢，哦，那 A2 108就 A1 乘上 R 嘛，所以 A1 就可以得到162，那 R 若是负三分之二的时候也可以去讨论，那因为现在是 R 是负的嘛，所以 A1 就可以得到负的162啦。好，再来看 A4 哦，这个 A4 哦，你看哦，不论 A4 怎么样，因为你看第四项就第二项乘 R 就第三项再乘 R 就第四项，对，所以 A2R 的平方嘛，所以 A2 我们这样是108嘛， R 不管是正的三分之二或负的三分之二平方，好，都是正的嘛，好，所以乘起来答案就48啦。好，这个例题很简单。好，那这样的例题呢，如果说他说呢有一个等比数列哦，第一项加第四项是35，第二项加第三项是30哦，他给你这两个这个条件要求 A1 跟 R 哦，那我知道了，A1 还是 A1 嘛，对不对？ A4 就是 AER 三方在这里，好，那35，那 A2 就是 AER 嘛，
A3 就 AR 平方嘛，加起来就30嘛，这里 A 都可以提出来，诶，然后呢我们把它这个约掉，因为这两是两项相除嘛，约掉 R 以后呢，诶，这样不就直接剩下这里了吗？这里了吗？我们再把它交叉相乘，或者是你看哦，这个1加 R 三方，其实诶，我们就想到一个什么，哦，这个立方和耶，哦，所以立方和就这个 R 三方加1，就是 R 加1乘上 R 平方减 R 加1，诶，那下面呢，下面这个提出 R 来，就 R 乘上 R 加1，这个 R 加1可以约掉嘛，所以从这里来我们再交叉相乘，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算到 R 呢就是二分之三或三分之二啦。那这样子 R 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讨论二分之三的时候带回去可以得到 A1， 好，三分之二的时候带回去也可以得到 A1， 那这样答案就有两组解啦。那像这里呢，他说，哎，你看我刚刚都在讲等比数列，对不对？那我们来举个等差数列的哦，哎，这里是这个，哎哎，我的笔，我有时候哎忘记看到我的笔在哪，哎太小了。好，那个等差数列，等差数列啊，它的和好，如果是36，把它一去加上143，哦，就可以成等比数列，哇，好神奇哦。那求这三个数是谁？通常我们说三个数。那要求等差数列，那我们就假设哈，会有一个这样小技巧，好，中间数叫做 a， 那两列数一个叫 a 减 d， 一个叫 a 加 d， 好，就跨两边了，好，所以这样子就很好假设，好，因为这样子不会让它非常难算，因为故意这样有对称性，这样很好消掉，好 ，OK， 好，那这样子的话，你看为什么很好消掉？因为这三个数相加，那 d 跟 d 就消掉，那所以变三 a， 好，三 a 就是36 a 就是12啦，这样很简单，对不对？现在我全部加上一跟四根，哎，等一下哦，我现在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好，我们等一下咯。嗯，我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好，吓死人了。我想说，哎，奇怪呢，为什么会没电了？哎，这没电了真是可怕咯。就是突然我纵使有这个千言万语，即使没电了，那也讲不出所以然，对不对 ？OK OK， 好，没关系，我们又回复了，哈哈哈。那现在我们加上143之后呢？哦，这分别加上143，所以这三个数分别就是，因为第一个加一嘛，好，就本来是 a 是12嘛， 12减 d 加一就是13减 d 嘛。哦，那中间本来是12，那加上4就16嘛。那这里本来是12加 d 就变成加43就变55加 d。他说这个是一个等比数列，哎，等比数列就是说相邻两项后项除前项，它是一个。定值，这个定值叫做 R 嘛，所以我就把第二项除第一项，会等于第三项除第二项。现在呢，我把它加相乘，加相乘就可以得到呢，这个 D 的。好，那至于这个细节呢，请你回去算。反正呢，你等一下给我 email， 我会再给你这些详细的资料哦。哈，这个有加入的这个库克林的同学才有这个优惠条件了。好 ，OK， 好 ，OK，OK，、okay, okay, 这个很赞赞赞哦。哈，所以你要多支持我们库克林，好不好？好 ，OK， 现在 D 呢是-51的时候呢，哎，我带回去就可以知道这三个数是谁了，因为我早就有 A 了嘛，那现在又知道 D 了，带回去就可以知道这三个数了。好，那可是他人家说这个三个数是正数，所以当 D 等于-51带回去的时候，居然有个数是负数，当然呢这答案就这个不合，所以 D 等于9才对哦，带回去这三数分别是3、12跟21。好，那同学呢，你等一下回去无聊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呢，哦，你就收到这个资料，对不对？然后你就把它按这个这个稍微计算一下啦。好 ，OK OK， 好，哎，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例题，哇，这个例题也是很常见的。他说，如果数列的一般项 a n 是7n-101哦，要算 a2、a4 跟 a7 分别是多少？哦，这个 a2 那不就是 n 代2吗？哦，就可以答案 a4 不就 n 代4吗 ？a7 不就 n 代7吗？所以第一小题没有问题啦。那么109是第几项？所以7n-101就是109，因为这个就是 a n 嘛 ，a n 要等于109，那可以去算出这个 n 就是30，所以就第30项了哈。再来我们来看第三角题 ,sin3 是不是数列 an 的某一项，哦 ,sin3 7n-101 等于 sin3 嘛，诶，那个就可以求出 n， 可是求出 n 这里怪怪的，因为 n 是7分之134，诶，我们那个 n 叫做项，一项两项三项不会有7分之134啊，所以不会有这个不会有分数就对了啦，所以不会有分数，那所以可见得我们呢不会有33这样的项，不会有这样的数，所以表示说33不是我们数列的某一项啦。再来看第四小题，他说 an 从第几项起为正数，哦，那既然是正数，所以 7n-101 要大于0嘛，好，因为刚开始 n 代1都是这个负的啊，到哪时候会大于0呢？哦，我们就算一算，结果 n 大于7分之101，大概是14点多，所以大概是15项，所以 n 代15项就会是正的啦。好，我们再来看递回关系，哦，递回关系我跟
你讲非常的困难、哦、真的非常困难，不过它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常在写、欸、不要说数学好了啦，我们常在写资讯这个程式的时候常常会有递回关系、哦、所以如果你数学好，你去学一些资讯相关的程式、哦、会非常快学会，我常常会有这种递回关系啊，你只要知道递回关系就可以再回推变成一般项、哦、那我们呢、哦如果是纸笔测验都会喜欢知道一般项，如果是我们有程式的话就会想要知道递回关系，因为程式只要知道两个关系跟两个关系跟起始值，那我们程式就可以把全部数字给它列出来啦。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哦，我们还是讨论这个等差等比，因为等差等比最有规律的，所以它其实讨论起来非常好讨论。所以你看哦，我们如果这样写啊，这个等差数列怎么去写它的递回关系呢？啊，所以 A1 假设它就是 A， 啊 A 等于 A， 那 An 呢 ？An 就是 An 减一，就前项加 D 就是 An 嘛。好，所以这个就是等差数列的递回关系。等比呢，我们假设 A1 等于 A， 那么后项 An 等于。前项 an 减一乘以等比 r 嘛，这个就是等比数列的递回关系。好，举个例子，哎，这个例子这个学测好像考过一两次哈、哦，就是有点像这个叫什么雪花，雪花翩翩，好，雪花，好 ，OK。哎，我们来看哦，他说第一个图形把这个分三等份，变第二个图形那样尖尖的，所以这个每个长是这个这样子分哈、哦，然后分三等份，好、哦，三等份，好这样啊，因为就是一二三，然后把这个第二份呢把它折起来，再来第三个图形就是买每一段再分三等份，把中间这个折起来，所以折起来，所以照这样的过。照这样的这个规则步骤在走呢，要算 an 是第 n 个图中线段的总和，好比说 a1 就等于 1， 因为这一段嘛， a2 等于 4， 你看1234四段嘛，然后 a3 呢，你看这边就有1234，所以这边就是四段，所以1234，所以这边又一个四段，好，这边又一个四段，这边又一个四段，所以有1234446，所以总共16段。好，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写出递回关系，第二个要写出 A6 是谁。所以你看到每一个四，每折一次就会变成四条更小的线段。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一个公比为四的等比数列。所以我们列出它的递回关系呢 ，A1 就是一嘛，那 AN 就是 AN 减一乘上四嘛，因为每一次乘四倍，每一次乘四倍嘛，因为我们每一次都变四条，每一次都变四条嘛，所以我们递回关系就写出来了。我们要算着 A6， 哎，这个 A6 怎么算呢、啊、？A6 那就是 n 代六 ，n 代六呢 ？A1 是一乘上，哎，这个四乘六减一，好，这样就好了，就是1024啊，哈，这样子还蛮简单。哎，像这也是哦，豆干，好，你看第一个图一块豆干，第二个图啊、在。叠这样好变 L 型，好，第三个图呢，这 L 型之后再叠一个三，所以先等于说先叠一个，再两个，再三个，再四个，这样一直下去了哈，应该是说啊、先一个好，再两个好，那这一个好，再两个好，然后再三个啊，下一个就是再四个，大概是这样子。好，他说求 A1 A2 A3 A4 的值，然后第二小题呢要写出它的递回是，第三题要写 A6。好，那我们来看 A1 就是 1，A2 就是1加 2，A3 就是1加2加 3，A4 就是1加2加3加4。好，那这个很简单哈、哦，我们在写递回是，第二是你有没有发现哦，这个 A2 比 A1 多两个，因为多这两个。A3 比 A2 多三个，因为多这三个哦，所以呢后面比前面多 N 个就对了啦、哦、所以你看它这里 AN 比 AN 减一多 N 个，所以这递回是怎么写呢？哦 A1 等于1，就第一项等于1嘛， AN 等于前项 AN 减一加 N， 又多 N 个就对了啦，对不对？好，多 N 个哦，那我懂了，所以这个递回式还其实蛮简单，所以其实你找递回式也不难，好，去观察他们两之间的关系。不过递回式有个麻烦现象呢，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一般在算，好比说我只知道它两相关的这个关系，可是例如我要算 A100 我就要算 A99， 那算 A99 就要算 A98， 所以递回式还是有它的麻烦关系。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很想利用递回式来去回推变成我们要的一般式就对了啦。好 OK， 好，我们来看第三小题要算的是 A6 哦，这个 A6 怎么算呢？因为 A4 我应该是10啦， A5 就是10再加5嘛， A6 就是15再加 6， 所以我就是要这样 一直慢慢推，所以递回式还是有它的麻烦现象。好，再来我们来看数学归纳法。数学归纳法呢，这是我们高中必学的课程之一啦，所以呢这个数学归纳法的步骤是什么？我们假设 N 等于1的时候呢，去验证一下这个叙述是不是正确的，接下来我们设
n 等于 k 的时候，假设它是正确的，那我们就去推推看，我们就推推看 n 等于 k 加1的时候，这个叙述会不会是正确的？如果叙述都正确的，那表示说，哦，那对于这样的叙述，所有的正整数 n 都是正确的，这样 OK 吗？好。它会有这样的例题，不过啊，这个在这个学测考题当中，当然没有考这样证明，但是第一回怎么考，其实还是可以考哦，不过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你看哦，这个 a 等于 4，an 等于3倍的 an 减1减2，好，他给你这个，他给你这个，好，第一小题他写出 A2 跟 A3， 所以从这个递回式就知道 n 代2的时候呢， A2 等于 3A1，A 就4嘛，所以3乘4减2就10嘛。那 A3 呢， A3 等于 3A2，A2 就是10嘛，好，减2，好，所以算起来就是28嘛。好，再来要利用数学归纳法证明我们的猜测嘛，好，所以我们先观察递回嘛，先观察递回 A1， 我们算出来就是这个1加 3A2， 好， A2 就是这个刚算出来就是 10A3算出来就是28，所以我们去观察一下，他说，哎，那这样递回的关系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呢？A1 4就是3加 1，A2 10就是3的平方，好，加一，9加1嘛。A3 28就是3的3方加1，哎，刚好有这样的这个规律，哇，天哪，你要观察出这样的规律还真的蛮猛的耶，齁 ,OK,OK, 好，所以这个其实不好观察啦齁。所以我们去猜测哦，对所有的正整数 N, 这个 AN 是不是3的 N 次方加 1, 哦，我们就这样子猜测齁，好猛哦，这样猜测真猛，我们就开始来证明啦。所以当 N 等于1的时候，哎，我们带进去看看 ,AE 等于 4,4 是不是等于3的1次方加 1, 哎，表示说，哎，没错耶，这样我们猜测是正确的。我们假设 n 等于 k 的时候，猜测是正确的，也就是说 ak 呢是等于3的 k 次方加1，所以我们假设这个是正确的，那我们就去推它，当 n 等于 k 加1的时候，是不是正确的呢？所以 ak 加1、哦、ak 加1我们照公式来讲是3的 ak 减2、哦、照公式来讲是这样，那现在的 ak 我已经知道是3 k 次方加1嘛，所以带进去、哦、刚刚乘3倍再减2，来这个乘进去吧，好，所以乘进去是3的这个 k 加1次方加1，诶，3的 k 加1次方加1，你会发现，诶，等于说我在这个猜测当中 ,n 代 k 加1就也是对的，所以表示说我们这样猜测是正确的，所以代表说由数学归纳法我们就得证呢，当所有的正整数 n 呢， an 就是3的 n 次方加1啦，哇，这个真的很困难耶，哈哈哈哈。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咯，第二个如果要证明说，哦，这个 an 是这个3的 n 次方加7的 n 次方减2，它一定是8的倍数，怎么办呢？我们就 n 代1进去看看是不是8的倍数，就 n 代1进去98，就真的呢 a 就是8的倍数。我们假设呢 ,n 等于 k,n 等于 k, 假设它叙述是正确的。也就是说 ,ak 是 ,ak 呢就3的 k 次方加7的 k 次方减 2, 假设它就是8的倍数，好，设它是对的。那我现在要算的是 n 等于 k 加 1,n 等于 k 加1我们这样带进去，看这个原来的题目。好，所以你看 ,3 的 k 加1次方加7的 k 加1次方减 2, 好，那我知道了。这个3的 k 加1次方，这个3可以提出去，所以3乘3的 k 次方加上、哦、7的 k 加1次方就是7的7乘7的 k 次方减2照抄，那你看前面这里好像是怎么样，哎，应该是这个我都把3乘出来，好，3乘出来可是怪怪的哦，你看3乘出来3乘上7的 k 加3的 k 加7的 k 减2，可是这样有些不对，慢慢慢慢这个乘起来不太对、哦、所以我们要这个改进一下，3乘3的 k, 诶，这个第一个3乘3的 k 是对的，可是第二个7乘7的 k 次方，可是这只有3的 k 次方，所以差4乘7的 k 次方，所以我把这个4提在后面，好，再来3乘2，所以减这个6，可是它前面这里是减4、欸、好，那所以你还要再怎么样加4、欸、所以加4我就放在后面，你看加4我放在后面就变成诶、欸、这里好，加1好，1乘4就是4嘛，所以把这个提出来变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呢、哦、我知道了，这个括号，第一个括号就是 AK 嘛，所以3的 AK 加上4的什么7的 K 次方加1，哦，那我变成这样子，那我就知道说诶、欸、7的 K 次方加1它其实是偶数，你带任何数进去7的 k 次方好加1是偶数，可是呢这个4乘上这个4要乘在外面呢，它既然里面是偶数，对不对，所以偶数乘以4就一定是8的倍数，所以又知道了 ak 呢也会是8的倍数，
这样 OK 吗？好 ，AK 也是8的倍数，所以 AK 加1就是什么？就8的倍数了。所以从数学归纳法得证呢，对所有的正整数 n， 3的 n 次加7的 n 次减 2， 就是一定是好，刚已经这个归纳出来了嘛，一定是8的倍数嘛。OK， 好，再来，哎，这一题是不是也是非常非常常见？嗯，给同学看一分钟，好吧。好 ，OK。他说呢，这样的规律化，第四个图、第五个图，要 a n 就是第 n 个图白色瓷砖的总数哦，白色，你看第一个图哦，白色瓷砖有九个减一，因为中间是黑色的，九减一就八。第二个图哦，哦那个白色瓷砖有13，好、哦、13，好像减掉这个二嘛哈、哦。好，第三个图哦，啊第三个图18，第四个图24，好、哦、你可以去计算一下。所以我们知道说哦，写出 a n 的一般项的公式，对不对？写出 a n 的一般项公式，那你看哦 ，a n 是首项为八，因为第一个就是八了嘛，在这边。那公差呢？你看八到十三是不是加五？十三到十八是不是加五？十八到23是不是加五？哎，就发现它好像都是加五加五加五，所以公差为5的等差数列。哦，那我就可以写出这个一般项公式，所以 a n 等于 a 一，好加上 n 减一乘 d。哦，那这样知道了。好，所以 a 一呢，再把它带进来。好，所以最后呢 ，a n 就会得到5 n 加3。好，5n 加3，诶，这个应该还好吧。好，再来我们看第三小题。第三小题现在我们知道咯， an 等于 5n 加3，所以 a50 是多少？所以 n 代 50， 所以5乘50加3就是我们要的答案253。好，那我们再来看级数。诶，是刚刚我们是一个数列排成一列就叫做数列，那讨论每一个数之间的关系，现在要讨论的是所有的数，好，把它相加加总等等。好，那所以我们要讨论级数。什么是级数呢？好，级数我们常常用这个A1 A2 A3 把它连起来相加，这个叫做这个什么这个叫做什么 SN， 好，这个叫做 SN， 好 SN， 好 OK OK， 好，那再来齁，等差数列，等差数列的公差是 D， 好，等差数列的公差是 D， 所以前面这样，诶，这里又来了，有一个公式，这个要背起来啦齁，这个不可能考试让你去慢慢导。哦，等差数列的公式 SN 等于二分之 N 乘 2A1 加 N 减1乘 D， 这个是不是国中背过啦，对不对？好，也可以算成是二分之 N 乘 A1 加 AN， 首项加末项乘项数除以2，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不过前面这个也要背哦，前面这个也要背，二分之 N 乘上 2A1 加 N 减1乘 D， 这个一定要背。好，我们再来看等比数列。等比数列如果要算前 N 项的和 SN， 那就可以怎么样呢？SN 等于我这里可以用1减 r 分之首项 a1 乘上1减 r 的 n 次方，当然了，也可以用 r 减 1， 如果用 r 减1就是 r 减1分之 an 乘上 r 的 n 次方减1。好，所以这个是呢它的等比这个级数和。那 r 若等于1的话，那就没完了，因为 r 等于1的每一项都一样嘛，所以就要算出 n 项，就是 n 倍的 a1。 好，就是这样子啦。好，那我们来看几个例题啦。好，我们来看这个例题。这个例题他说齁，首项是5，前九项和是90，要算等差数列的公差 D。哦，那我知道了啦。好，前九项和是90，他既然讲到这一件事情，所以 S9 就是2分之 N,N 就是 9,N 乘上 2A1, 因为首项是5嘛，加上 N 减 1,9 减1乘上 D 嘛。从这有一个可以知道说公差 D 就是4分之5啦。好，再来我们要求这个等差级数，等差级数的和，等差的级数的和，我们知道首项是 76, 公差呢这个72减 76, 所以是负 4, 所以公差负 4, 首项 76, 那么要算出它的和，诶，那我要算 A12 到底到第几项啦。好，所以这个12就是76加 N 减1乘上负 4, 所以这个 N 呢可以算算得到17项。好，所以这个 n 得到17项，好，我们就可以开始咯。所以它的和就是二分之 n 二分之17乘上首项加末项，好，就是首项 a1 加末项 a17 嘛，把数字带进去就知道答案了，答748。好，那像这一题也是非常有名的例子。他说有一个巨蛋球场齁，这个一区共有25排座位，就是有25排就对，诶，怎么那么少？好，反正呢他说每一区每一排都比前一排座位多两个座位，而且正中央那一排呢，嗯，13排呢有这个64个位置。问你哦，这样的一区总共几个位置？所以我们知道说每一排比前一排多 2, 所以这样的 AK 是公差为2的等差数列嘛，对不对？好，所以呢我就知道说，诶，这样子 A13 它既然说64嘛，这个 A13 等于 A1 加 12D,
所以我们利用这样的公式可以知道说 A1 加 A2 加 A25 好等于呢二分之这个25乘上就是二分之 N 乘上 A1 加后面就对了好 OK 所以这里是 A1 加 A25 好 A1 加 A25 A25 怎么算就是 A1 加 24D 啦好 OK 好然后我再来继续哦所以你看经过这样计算然后其中呢好其中哎，等一下，其中这个 A1 加 12D A 加 12D 不就是 A13 吗 A13 就64嘛所以我们就带进去好带进去最后答案等于1600好 OK 好再来我们来看这个这个例题他说首项是2公比是根号3诶这个我早上讲过类似题目齁这个首项是2公比是根号3的等比数列前 N 项的和哦所以前 N 项和就是 A16,A16 呢就是一减 R 分之首项乘上一减 R 的 N 次方嘛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相关系数带进去就可以知道答案了对不对好再来我们来看等比级数我们来看等比级数好这个1024加512加加加一直加到 8, 你有没有发现呢、啊、首项是 1024, 发现这个后项除前项如果再相连两项后项除前项就它算一算答案都是二分之一。那我知道它末项 AN 等于8嘛所以8呢就是 AN,AN 就是1024乘上呢二分之一的这个是什么八减一七嘛八减七七七的次方好所以 N 呢这样约约减一减移移就会得到 N 等于8的啦 OK 好那就是第二小题那 N 等于8呢我们再算说诶那我算把它加起来所以就是一减 R 分之 A1 这个都知道乘上一减 RR 就是二分之一嘛所以二分之一的八次方所以答案就是2040好那再来哦诶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斜坡道然后呢中间有这个正方形要求四个正方形的周长和 OK 好那你看哦像这里啊这个 gamma1 gamma2 都是正方形所以三角形 ABC OK, 跟三角形 ADE 都是30,60,90的正三角形。好这样 OK 吗齁 好, 好 ,OK, 好。再来呢我们看齁这个 T2,T2 就是朱一在这里。好 ,T2 就是朱一。OK, 好那朱一就是根号3乘上这个 AB 加 B 朱。好 ,AB 加 B 朱。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知道算出答案来啦。OK, 好。好那这个就这样咯。好那就可以算出正方形的总长是多少对不对好就可以算出来啦。好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等比级数哦。同学所以齁、哦、到这边你有没有发现如果啊你要考好学测的数学的话呢从今天开始呢就是要好好的去这个做总复习地毯式的数学的总复习。那我是建议你不要再从第一册开始看了齁你可以从这个这个好比说第四册看完跳回去好那这个学测的数学非常需要在复习的时候有这个大量的计算因为呢这个大量的计算才会提升你在这个数学计算的这个效率齁效率很重要不要说只是懂然后不太懂这个计算的这个过程等等那这样真的不太好所以说同学可能每天现在开始要算数学好不好算个五题十题我觉得都好好那等一下呢我再给你这个今天我的这个简报档这样 OK 吗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看呢这个等比级数好、哦、等比级数你看哦要算1加2加到2的49次方的和那要算这个和的 S 是几位数呢好所以1加2加2的平方加到2的49次方诶这个有公式对不对诶来你帮我这个想一下好我们带公式好所以我们带公式呢这个 R 减1分之首项乘上2的 N 次方减 1, 所以它总共有50项哦因为1就是2的 0次所以1加2加2的2次有没有它1就是2的0次所以总共50项哦好所以2的50次方减 1, 好 ,2 次方减 1, 那我就知道说2的50次方那个位数是不为0嘛好个位数是不为 0, 所以2的50次方跟2的50次方减 1, 它其实
位数都一样。那二的五十次方我们要算位数，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它画 log。又来了，这个五十照抄，好、哦，这个二就是十的 log 二。好、哦，那样懂意思吧？好，二就是十的 log 二，所以呢，好，所以呢，我就可以把它换成十的五十乘上，哎，五十点三零一零嘛，五十点三零一零，我五十的五次方我独立在外面，对，好，十的零点三零一零，我给它在另外一边就对了，好，所以它变成说，十的零点三零一零次方乘上十的五十次方，那这样是几位数呢？因为十的五十方那个数字是五十，所以五十，这个。不对不对，这个十的零点三零一零啊，零点三零一零啊，零点三零一零，就这个就是二多了哈，所以你看把这个乘起来，算算，我把这个乘起来好了，这个乘起来就十五点多嘛，十五点多哦，十的十五点多，那就是近位哈、哦，就是十六位这样子，这样子好、哦，就十六位好。那我们再看哦，常用的级数和公式，好，常用级数和公式，哎，这三个都是非常非常常用的级数和公式，所以你可能要背起来哦。好，第一个是一加二加三加到 n， 好，这个就二分之 n 乘 n 加一。第二个是一平方加二平方加到 n 平方，这个就是六分之 n 乘 n 加一乘二 n 加一，好，这个。好 ，OK， 这个就是这样。OK， 好，再来一三方加二三方加到 n 三方，就是二分之 n 乘 n 加一整个括号再平方啊，这个就是立方和的公式。好，所以我们如果要算这个例题呢，哎，它不是，哎，你看哦，我们刚刚这公式都是从一开始的，可是这个要算的是从九三方加十三方加到十五的平方啊，十五的三方，一样啊，简单啊，我们先算一三方加到十五的三方的值，用公式再去减掉一三方。加到八的三方的值，用公式，好，这样是不是就好了？所以你看哦，我就是说，先算 S15 就是一三方加二三方加到 15的三方，这样就是二分之 n 乘 n 加一的平方，好，公式有了嘛，好，就算出来了。S8 一三方加二三方加到八的三方，哎，这个呢，好，就是呢二的 n 乘 n 加一的平方啊，就有了，也是1296。这两个相减呢，就会剩下的是九的三方加十的三方，一直加到十五的三方，好，就知道答案了。所以这个答案，哎，这个答案在这里，13104。好，那这个就这样。好，那我们再来算一个例题。这个例题他说，哎，这个例题很奇怪哦，哈，我觉得当初选下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应该很多同学是不会的。好，所以要算这个例题是一的平方加三的平方，它是正奇数，一三五七一直加到二十九的平方，可是一三五七是奇数嘛，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知道说，哦，一的平方加二的平方，我们先不要算奇数，我们连偶数都算出来，一的平方加二的平方一直加三的平方加到二十九的平方，这有公式嘛，六分之 n 乘 n 加一乘二 n 加一，所以 n 就是二十九，来带进去就会搭八五五五。对不对 ？OK， 这是 S29， 可是我要算的是这个，要把偶数扣掉，所以就是二的平方加四的平方，一直加六的平方，加到28的平方，这样 OK。好，那我如果把四提出来，四提出来，好，我如果把四提出来，四呢，一的平方加二的平方，加到14的平方，这个就是S14 嘛，对不对 ？S14 就是六分之好 n 乘。好 ，n 加一乘二 n 加一嘛，好，所以答案就是4060嘛。OK， 好，那所以我要算的是一三方加三的平方，一的平方加三的平方加到29的平方嘛。好，就两个相减，就是我要答案啦。好，OK， 好，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堆朵哈，堆朵，有些老板很喜欢这样子把橘子这样堆，堆很高，堆很高，对不对？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吗？哎，你有没有想过哈、哦，卖水果老板为什么要把这些苹果啦、橘子啦、什么东西就堆一个很高？哦，又不是说没有空间，对不对？那他堆得很高的用意是什么？来，我后来也观察到，他堆得很高的用意是不让你乱挑，因为你一定要从上面拿嘛，你不可能从中间抽，又不是那个游戏，从中间抽它整个会垮下来呢。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一定是从上面拿下来这样子。好 ，OK。所以你看哦，最底层的有16个柳丁，
好，十六，最底层最大，十六个流，那再往上就十五个柳丁，好，再往这个，所以是最底层一边的十六，所以十六的平方，好，最底层有十六的平方个，再往上一层就十五的平方个，一直到第一层就是一的平方个，所以这个公式我们就带进去，六分之 n 乘 n 加一乘二 n 加一，就会得到答案一四九六。好，我们再来看逻辑，好，逻辑 ，logic， 哎，这个逻辑很重要，有人我们说啊，你讲话没有逻辑，就是说。你讲话颠三倒四啊，大概是这个样子。不过这个蛮妙的哈。OK， 好，什么是逻辑呢？好，里面有几个名词我们要知道哦。第一个是命题，好，能判断正确错误的语句哦，就称为命题或者是叙述。好，因为命题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定义就对了啊，判断去判断正确或错误的叙述。好比说三角形的三内角和是180度，诶，这个就能判断嘛，好，所以这个是正确命题。那好比说1加2等于 4， 诶，那当然这就是错误命题。再来我们再来看否定的命题。否定我们就写一个啊，这个非 P， 好，非 P， 好，在这里，诶，在这里，诶诶在这里，好，滑鼠跑掉哈 ，OK， 非 P， 哦，那非 P， 所以若命题 P 是二是整数，那它的非 P 命题就是二不是整数，好，这个就大概知道就好啦。再来看第三个哈，且或或，对，且或或，如果是说要且，就是说且就是大家通通要是对的，那才算是对的。好，如果是或的话呢，就是有一个人说对了，那大家通通都对，大概是这样子。好，再来一个狄摩根定律。这个定律哦，我建议你画圈圈比较好理解。好，所以这个就这样。好，再来若 P 则 Q。好，那这个我大概等一下遇到题目再说啦哦。第六个，充分必要。好，充分必要。好，充分呢哦，当若 P， 你看第六个，当若 P 则 Q 是正确的时候，那这时候 P 就称 Q 的充分。好， Q 就称 P 的这什么必要。好，必要。这样 OK 吗？好， OK， 好。这边有个例题，他说呢要选出正确的命题。第一个二是质数，第二个二是质数或四是质数，第三个二是质数或四是，且我好像在绕口令了哈。那第四个 x 等于一 ，y 等于二，否定系数就是这个，还是到底是这个？不知道。好 ，OK， 好，那没关系，我们来看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哦。那它的这个否定叙述，反正这个四五都是错的啦，所以一二是对的啊，反正你自己看好，这个大概判断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集合了哈，集合，好，集合，什么是集合呢？哦，集合是这样子的啦，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团体哈，把它合起来啊，指出它的这个团体来，把它框圈选出来，那这个就叫集合。那集合的表示法呢有两种，好，一种是列举法，就通通把它列出来，然后两边呢用大括号这样子，好，一种是描述法，例如我先给它一个未知数 x。好，然后我就说这个 AX 就是什么好6的因数，好，这样也可以描述法，好，这里描述法，这样 OK， 好， OK， 好，那再来咯，什么空集合，就不包含任何的元素叫空集合，数系像 N 就是这个整这个自然数， Z 就是怎么样整数，好， Q 就是什么有理数， R 就是实数，好，通常就这样数系，哦，那我知道了，好，那这样应该还好啦，哦，再来元素的个数我们会用 N 括号 S 来表示啦。好，子集合，什么叫子集合呢？哦，在一个集合中里面又有一个集合叫做子集合。好，那你看哦，这样的符号这样，好，这个一二三这个集合呢是一二三四五这个集合的子集合，就它被它包含在里面就对了啦。好 ，OK， 好吧，那我们来这个个数系的关系，哈 ，N 自然数它的范围最小，再就是 Z 整数，再 Q 有理数，再就是 R 实数，所以这个图要知道。好，集合的相等就是 A 等于 B 的意思，就是说 A 是 B 的子集合 ，B 也是 A 的子集合，哇。
这边还有那么多重要题目啊，重要概念哈。好 ，OK， 什么是交集？就是他们一起发生一样件事叫交集。像第一个就叫交集，好，这是交集。好，再来连集，就是只要说过的就算数了。好 ，OK， 这叫或，我们用或来代表，这个就是连集。好，再来差集呢？好，不管有没有在这个 B 里面，好，属于这个。A 减 B 这样差级，那什么意思呢？就是 A 的部分去扣掉含有 B 的、哦、A 的部分去扣掉含有 B 的、哦、这叫差级。好，那还有与级呢？与级就全部啦，讲简单一点，补级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讨论的这个集合以外的叫做补级。哦，那现在这里呢有一个例子，你看哦，这个例子是说、哦、A 集合是0到2的 AX 实数， B 集合是1到3的 AX 实数。好，那我们把它画出来。好，那画出来它的数线上了，所以第一题要算它的交集，交集是共有的部分，就是会在1好到2之间，这样 OK。 好，第二小题要算连集，连集是只要有都算嘛，好，都算。所以呢，好 OK， 连集就是从这个0到3、哦、只要有发生的都算嘛。 OK OK， 好，0到3，好 OK。 好，再来呢，这个交集跟交集跟连集，那你现在帮我看一下，我等你一分钟好吧。好了吗？好，再我们来看差集。差集就是 A 的部分就扣掉含有 B 的，好，所以把它减掉了，好，所以就只剩下0到1之间。补集就是 A 以外的啦，好，补集就是 A 以外的。OK， 好，那我们这样就可以用，也可以用区间表示了。好，那这里我就不讲了。好，我们再看狄摩根定律。你看哦，这个图好可爱哦，哈、哦，这图好可爱。第一个哦，什么意思？第一个就是说 ，A 和 B 的交集 ，A 和 B 交集就是这个中间的、啊、以外的 ，prime 就是以外的，所以这中间以外的，那可不可以写成呢 ？A prime 啊、哦、，A prime 就是 A 以外的，跟 B，A 以外的含 B 啊，好、哦，跟 B prime，B prime 就 B 以外的，好、哦、这样。含这个也都含了，含 A， 好，那所以最后答案呢就只有这个、空白、处是没有的。 OK， 这样回来、哦、好，那所以呢像这种题目你就是画画图就应该就可以知道了，对不对？好，再来越来越进入高潮了。好 OK， 好 OK， 好，那越来越进入高潮就是说越来越难了。好，再来我们来看技术原理。诶，技术原理就是我要算出它的可能的答案，可能的方法数，对不对？可能方法数，那这种可能方法数哈，像电脑如果运算很快，用穷举法就好了，把它全部举例出来，啊，那也可以用树状图去画。那我们在计算的过程呢，有两个原理会常用到，就是加法原理跟乘法原理，好。当然还有一个叫做取舍原理，那这个等一下我们都会用到。好，取舍原理还有证明呢。好，那这个等一下再说，我们就不要再证了。像这种题目呢好像也是在学测的时候常考。他说面包有四种，绿茶有五种，泡面有六种，小明想从面包、绿茶、泡面各买一种。诶，那各买一种，我们就面包四种选一种，有四嘛，绿茶五种选一种，有五嘛，泡面六种选一种，有六嘛，所以我们就知道所有采购方式就是去配对，所以答案就四乘五乘六，所以答案就是120。好，再来看这个例题。这个例题呢，他说关于180的正因数，好，要回答下列各题。嗯，我们来看第一个。好，共有多少个正因数？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去做质因数分解。所以呢 ,180 呢可以分解成2的2次乘3的2次乘 5, 你就自己去分好不好。那我们说正因数，什么叫正因数？正因数就是说从刚刚分解的这个个数，好比说2的2次，那你可以
拿二的零次，或拿二的一次，或拿二的二次，所以有三种可能。那三呢，会有零、一、二，也是三种可能。五会有零跟一，因为五就五的一次嘛，所以有两种可能。所以乘出来呢，这一数个数就是三乘三乘二这样子。好，所以有十八种可能，每一种可能都是一种正因数，这样懂吗？好，我们来看第二小题哦。那完全平方数呢？哦，完全平方数的话呢？诶，这个可以怎么样？好，刚刚说180呢，它正因数可以写成哦，它正因数可以写2的 a 次乘3的 b 次乘5的 c 次。那要完全平方数，这个 a 可以写 0， 因为0就2的2次就本身就是怎么讲，就是本这个 a 可以012啦，好， b 可以012， c 可以01嘛。那要完全平方数，所以 a 只能写0或2。B 呢只能写0或2，那 C 呢不能写1哦，虽然只能写0，所以这个就是填进去可以为完全平方数的，所以它的配对有两种，两种一种，所以2乘2乘1，答案就是4。好，那这个就是完全平方数有几个，就答案4个。好，我们来看第三小题，第二题他说是12的倍数，12就是这个要2的平方乘以3哦，两个2，好，一个3，好，所以呢12的倍数呢，这个 A 可以是2，就只有一种选择。 B 呢可以是一个3嘛，那当然也可以两个3，就只是倍数而已，所以 B 可以写1跟2。那 C 呢，管它的， C 就是0跟1，所以这样配对起来就是1乘2乘2，好，就好了，所以答案4个。再来看第四小题，他说是2的倍数但不是3的倍数，诶，这个是2的倍数不是3的倍数，等于说是2的倍数，你先把它算出来，是2的倍数不是3的倍数嘛，齁，2的倍数算出来，所以 A 是1跟2，不能是0哦，因为2的零次方就是不是2的倍数，齁，所以要 A 是1跟2。那 B 呢，B 呢是 0， 因为不是3的倍数嘛，所以 B 一定该是 0。C 呢， C 没差，齁，不理它，它没规定，所以 C 就是0跟 1， 所以答案就2乘1乘2。所以答案有4个。好，再来看第五个。正因数的总和，这有公式齁，这个可能你要记一下。好，正因数总和，因为我们刚刚分解成2的2次2的几次 ?2 的2次乘3的2次乘 5。那我们现在正因数总和呢在这里。好，怎么写呢，就 2， 因为它可以2的0次 ,2 的1次 ,2 的2次嘛齁，所以正因数总和这么这样子。乘上3的0次 ,3 的1次 ,3 的2次，乘上5的0次 ,5 的1次。好，所以这个答案546就是正因数的总和。好，那这种题目呢，我觉得还蛮经典的，好，所以你真的应该要会，好不好？啊，你真的应该要会。好，那这里又来了，这个题目还蛮简单的，好，它甲到乙呢，有电车两条路线，公车两条路线，乙到丙呢，电车一条，公车三条。现在，我就画出来哈，现在要从甲到乙到丙，好，那甲到乙到丙两次选择，电车跟公车各选一次。那怎么安排呢？诶，电车跟公车各选一次，所以就是说我们分两类，先电车再公车，或者是先公车再电车，好，这样去安排。然后呢，先电车再公车，所以先电车，那电车有二种，然后乙到丙呢，就公车有三种，二乘三。那如果是先公车再电车呢，诶，先公车有两种，再电车只剩一种，好，乘二，二乘一就对了，就二。好，现在呢不是六种就是两种，所以把它加起来答案就八种路线。好，所以这样就大概你画图啦，应该是可以的。好，那这种换钞票的问题好像也很常见，对不对？好，他说这个换钞票的问题，他说齁，我们把这个100元的钞票换成5元10元哦，那这个就要讨论哦，5元10元50元。那我们就假设啦齁，假设它是 SYZ 个，好， SYZ 个，所以就是这个 5S 加 10Y 加 50Z， 好，这个就要等于100就对了，好，这个就是100就对了。所以呢我们就要可以再约个5，好，所以 S 加 2Y 加 10Z 等于 20， 那我们就开始从，因为 Z 的这个前面数字最大，它收敛最快，所以我们就要画表格，我们就要画表格。好，我们就要画表格呢，就z 等于 0， 好， z 等于1这样子，好，所以z 也可以等于2，好，所以我们就说 z 等于2的时候 s 加 2y 等于 0， 好，所以这个时候 sy 就 00， 就一组解。那 z 等于1的时候呢，s 加 2y 就等于10，就开始画表格出来了，有6组解。
力等于零的时候呢，哦 ，x 加 2y 等于二十，那就把它列出来，就十一组解，所以答一加六加十一，哎，这种还蛮，这种还蛮厉害的呢。好，就是你要会列出这种东西，好，你要会这种东西，好 ，OK OK 啊，好 ，OK OK。好，所以答就是18种。好，这种涂色又来了，涂色又来了哈，涂色很好玩的哈。那涂色的它的方法你要小心哦哈，就是从相邻最多的开始去涂。那如果会有要讨论的，你就要去讨论哦。好，那它的要求是相邻不能同色哈。这个从我们小时候做到现在，做到你们现在还在讲这种涂色的问题耶，真的很有趣耶哈。然后新课纲改的还在这种涂色的问题耶。超妙的哈，所以我们先从这个罩子开始涂。所以你看，我的次序先从 A， 然后再 B， 因为从相邻最多的涂起有个好处，我相邻最多一涂下去，那其他就不能涂跟它一样的颜色嘛，因为相邻不能同色嘛。好，所以呢，这种题目呢，什么什么什么？等一下，有同学发问哦，我来，我们切一下，顺便，等一下，要不要保留笔记？先放弃好了。好，同学发问，来回一下。不是，相邻最多的没有啊，不是 B 和 C 耶，应该是一样的。你看，你看喽，这个，哦，懂。那没关系，你也可以从 B 跟 C 去涂啊，应该没差啦。就通常我们都，等一下，你突破盲场了，我们干脆就从这个 B 跟 C 去涂是无所谓的。好，应该是这样。好 ，B 跟 C 去涂污水。不过我们好像常都是从这个，这个你突破盲场，就我们常会从这个 A 开始去涂哦。你有没有发现一种习惯性，就觉得 A 好像涂了这个，然后再涂 B、C 哈？其实你先涂 B 跟 C 也没差。那不然我们先涂 B 跟 C 哈？你看哦，好比说我们先，通常，对你讲的没错，还好同学这个发问，这个很不错哦。相邻最多开始涂会比较好。好，你从 B， 好比说 B 去涂就五种。对不对？那这样 C 去涂再来剩四种，对不对？那你看 A 跟 B 跟 C 相邻嘛，那 B 涂了一个颜色 ，C 涂了一个颜色，那五种颜色少掉两个颜色，所以 A 剩三种，这样 OK 吗？那 D 跟 B 相邻嘛，所以 D 只剩四种颜色，因为 D 只要不要跟 B 一样颜色就可以了。然后 E 跟 C 相邻嘛，所以 E 呢涂也是四种颜色，四种选择，所以是 OK 的。对哦。它这个顺序应该改成 B C A 逐一吧，好，这样才不会让同学搞混嘛，对不对？好，通常都是从相邻最多的开始去涂啦。好 ，OK， 好，再来，这个第二小题 A B C D 的着色顺序哦，这个就要讨论它的对角线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不讨论对角线会有个问题哦。你看 A 涂的时候五种 ，B 再涂剩四种，好，朱再涂剩四种，可 C 就有问题了。为什么？你如果是 A B 朱 C， 那这个 C 呢？我就不晓得刚刚 A 跟猪是同色还是不同色，所以可见的我要先讨论这个对角线。好，对角线，好，讨论 BC 同色跟 BC 不同色，好，讨论一个对角线就可以了，好，不用讨论两个，这样懂意思吗？好，那你就讨论 BC 同色，把它涂出来 ；BC 不同色，把它涂出来。好，所以这个哈，从我们小时候。学到现在还学到新课纲还在涂色啊，这个真的很妙哦。好，了解。好，然后各讨论完呢第一个讨论有80种，第二个讨论有180种，相加就260种。好，那这个就这样咯。好，哇，你看这个倍数也是从小时候讨论到现在呢齁。好，所以你看哦，排列组合其实题目齁蛮多，那现在变化也蛮多的，因为现在有时候会常常有一些情境问题的这个排列组合，可是我觉得情境问题排列组合反而简单，好，因为它反而齁要列出这个，有时候用树状图齁就列出来了，好 ,OK, 好，那像这里呢 ,1 到500的正整数中齁是3的倍数或5的倍数有几个，那我们就画圈圈好了 ,1 到500,好 ,3 的倍数就500除以 3, 好取整数 ,1 到 500,5 的倍数 ,500 除以 5, 取整数，那中间呢会有重复的从相叠的部分嘛，就15嘛，所以500除以15要把它扣掉，不然你会多算嘛，这样就好了。那其他的呢也是
差不多相同的，不是三也不是五，那反正你就画圈圈会比较快。好，那在这里呢我就不说了。好像这种题目呢，诶，好像大家都会了，对不对？这种题目呢也是画圈圈，班上有40个人喜欢篮球23，所以你就假设呢，好， A 是喜欢篮球，那喜欢棒球18，假设 B 喜欢棒球，喜欢桌球14，假设 C 喜欢桌球。好，像这种题目呢你一定要再重复练习，好不好？好，搞不好有些同学还是会不太清楚他怎么算哦。不过大部分这种都是画圈圈，利用取舍原理就可以把答案算出来了。那在这里我就不要再慢慢讨论了，因为这种已经算过太多了。直线排列是什么？就是我要相异物排成同直线，或有部分相同物排成直线嘛。所以我们先讨论阶层嘛。好，所以这阶层这个符号好像我们已经非常会用了嘛，对不对？好，三阶层就三乘二乘一嘛。比如说那个零阶我们规定是一啦，那第二个，你看第二个，我们把 N 个不同的事物排成一列就是 N 阶嘛。好，那如果是选 N 种N 个不同事物选 K 个出来去排成一列， N 就是 P 的 N 取 K 啊，那它就是有公式嘛，就是 N 乘 N 减1乘 N 减1直到 N 减 K 加1相乘，那它公式就是 N 阶乘除以 N 减 K 阶乘嘛。好，这样子啊，那我们定义哦，如果 N 个不同事物选0个，那就是一。好，这样子 ，OK。好，那这里呢就一大堆这种题目啦，所以我是觉得这种很基本的题目你一定要搞懂，而且你一看就要会了。像我今天讲这些哈，我会再重新录制成影片，那重新录制的影片我再丢给同学看，再po给同学看哦。所以你等一下一定要记得留下你的 email 哦，好不好 ？OK。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他说什么什么学校独唱比赛共5位报名参加，要抽出这个什么顺序哦？那这很简单啦，顺序就是。最左边的第一位啊，第二三至五嘛，好，所以第一个出场五种选择，再四种选择，三种选择，两组，就反正五阶嘛，好，这很简单。好，再来川剧变脸，也是它其实那个变脸就是粘很多层，那一层一层拔，你知道吗？好，一层一层拔，所以你看不出来，会觉得哦，好神奇啊，怎么一下就变脸了，对不对？好，哎，你们家谁最会变脸？哈哈，是妈妈还是爸爸？不知道，不知道。好，川剧变脸 ，OK。好，那我们来看哦，哦，他说啊。反正呢八张脸，他说要选出五张表演一个变脸秀。诶，我记得上次去吃火锅的时候有看过变脸秀，诶，那个是什么啊，海底捞啊。哦，有一次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有去海底捞去变脸秀，而且他就在我的面前变了，我居然看不出破绽呢。啊，这个还蛮厉害的。好， OK。好，那他就是八张脸选五张，好，这个 P8 取5，好，出来去排列嘛。哦，那有公式吗？那就这样咯。那像这种东西也是一样， P2N 取3等于28乘上 P 的 N 取2。哦，那这个 N 呢，诶，很简单，我们套公式， P 的 N 取3就是 2N 往下乘3个数，就 2N 乘上 N 减1乘上 2N 减2就好了。 P 的 N 取2就是 N 乘 N 减1乘 N 减2，这样就好了。 OK，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 N 给算出来了，但算出来已经 N 是整数啦，啊，正整数啦。 OK， 好，那像这种题目呢，他说从0到9要任选三个相异数字排成三位数，三位数更可排出几个。那这种有正面解有反面解，就是把不合理的去掉也可以的。那有不合理的，有啊，那个0排最前面就是不合理的啊。其实我反而喜欢反面解呢，反面解就是说数额解就是 P 10个数取3个出来乱排，减掉0排首位，0排首位那是要9个数取2个数乱排， P 9取2，好，两相减就答案咯。好，那再来这种题目呢，哦，这个也是很经典，所以我们看过去就好了，好不好？哦，这种题目一定要会。五个人排一列哦，相邻哦，甲乙相邻啊，丙丁分开哦，就是有相邻有分开啊，还是第三小题甲乙邻丙丁分，还是第四小题甲乙相邻甲丙分开。诶，第四小题好像比较难呢，其他小题我不想看了，好不好？好，其他小题我们这样过去咯。好，其他小题应该还蛮简单的，我们来看第四小题。你看甲乙相邻哦，可是甲丙分开呢，所以我们这个诀窍是我们先把甲乙绑在一起，然后和丁戊先去排，好，先不要看丙，这样子 OK。 所以呢排完之后再把丙插进去，好，它的这个间隙，但是不能跟甲相邻，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哦，所以甲乙跟丁戊去排三阶嘛，跟甲乙可以换就成二阶嘛。那进去以后丙再插进去有三种选择，虽然有四个空格，但它不能在甲的旁边嘛，所以只剩三个空格好选，所以乘以三就好了。
哦，再来这题也是常见的，对不对？哦，这个排成一列哈、哦，第一个甲不排首，第二个甲不首乙不尾，哦，这个我们好像都会哈、哦。然后再来第三个甲不首乙不尾丙不中，这就有公式喽。好，甲不首就全部扣掉甲首，好、哦，那乙不尾就全部扣掉甲首。乙尾、哦、再加上甲首乙尾这样子、哦、OK 好，所以这样就可以了、啊、对，你看我列了这个式子，对不对？好 OK, OK 好，在第三个呢，我们就找到它的规则，有没有？它是、如果三个不怎么样错牌，对不对？就是一、哦、如果两个错牌就是一二一啦、哦、三个错牌一三三一，有没有那个、数字？所以这个你还记得吗？还记得吗？好，所以是一三三一哦，所以一乘五阶，好，减掉三乘四阶，好，加上三乘三阶，好，减掉一三三一，一乘二阶这样子，好，就是有这种东西，好，不然你就要慢慢去算了，好不好 ？OK, 好，再来，像这种题目，哎、欸，又来了。啊，做三位数，哎，这个做三位数刚刚我也讲过哈，零到六，所以把全部扣掉零百前面的也可以，我们用反面解啊，当然这里用正面解也 OK 啊。那如果要算五的倍数，五的倍数就是说，个位是零或五嘛，所以有两种选择。那你要讨论分开讨论，因为零的话会牵扯到首位的问题哈，所以个位是零的话，好，那剩下就是前面五乘四，好这样。那如果个位是五的话，那前面也不能是零嘛，所以剩下四。四排完再剩下四，好，四乘四，这样 OK, 然后把它两个加起来，好，三的倍数呢，你就是什么叫三的倍数？全部相加要是三的倍数，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分三类，因为为什么分三类？这把零到五分成三 K, 三 K 加一，三 K 加二，有印象吗？好，就是三 K 就是零跟三，好，三 K 加一就一跟四，好，三 K 加二就是二跟五，所以我们先把数字分成三类。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共六个要做成三位数，对不对？这三位数呢，我们就看每一类呢、哦、我们就开始选说，诶，如果每一类各出一个位数，这样可不可以？好、哦、也是啊，好、哦、每一类各出一个位数，就是这个就是每一类各出一个位数去减掉，那最前面不能为零，好、哦、这样就可以了。好、哦、所以每一类呢，第一类零跟三选一个，第二类一跟四选一个，第三类二跟五选一个，好、哦、那去排列，扣掉零在这个最高位，这样是不合理，因为三位数零不能排首位，扣掉就可以了。好，所以答案就是40个，好，自己去算咯。好，那这里第四个呢，三位数的总和，哦，这个也有公式了、哦、那总和呢，我们这个就是好，把这个个位数，因为个位数有几种总，我们就是 一位一位相加，一位一位相加。好，个位数呢可以排零一二三四五，好，所以这个排一的个位排一有16个，个位排二有16个，对不对？所以你去一二三四五相加去乘16，那零就不理它了。好，在因为个位相加就是一啊，十位相加乘以十，在这里好乘以十，好，所以一样，百位相加乘以百，好，那依此类推把它算出来，这个就是所求。所以我们是一位数一位数一位数来去讨论，个位一的有16个，好，个位是20，那在十位是一的有16个，好，不过16个它是十位，所以乘以十，好，大概是这样。哇，这里哈、哦。好多的这个哦，等一下，等一下，你问问你，等我一下，我等一下切回来好不好？等我一下，我这个讲完哦。好，有相同物的排列了哈、哦。这个有相同排列，就是说这个排的时候呢，有一些哈、哦、是有一些物品是有相同的，有些物品是有相同的哦。像我这里有些物品是有相同，所以你怎么交换它都是看成一种方法，你知道吗？像 AAAB 去排就是。因为四个嘛，四阶，但是四阶牌你不会有真的四阶啊，因为有 AA 你怎么换你还是看不出来啊，所以有三阶牌都是看成一种，所以四阶除以三，每三阶就是看成一种，这样，所以是 AAB 牌一列就是四阶除以三阶，好，这样懂意思吗？那如果是 AAABB 呢？哦，就是五阶除，因为三个相同，两个相同，每 AA 三个相同就是一种，好，所以要除以三阶，每 BB 牌前乱排。好、哦、BB 交换好、哦、前乱排你也看不出来对不对好、哦、看不出来所以就要除以这个二阶所以它这个有相同物排列要除以那个相同物的阶层哦诶等一下我先回来看一下同学的题目诶等一下放弃哎同学问什么呢啊十六、哦、是怎么来的齁、哦、等一下好 OK 这边等我一下、哦、好这里好这个16是这样子来的你看哦 ,16 是诶等一下。
这里，你看，好，个位是，个位是零，我就先不，个位是零，我怎么加还是零嘛？那你先帮我看个位是五的时候，个位是五的时候，你看个位数如果摆五，你就看第二小，个位数如果摆五，那前面呢可以摆一二三四，所以第一个可以摆一二三四，好，就四种。好，那第二个呢？虽然剩三种，可是零又可以加入，所以还是有四种，所以四四十六，十六是这样来的。哎，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好，那各位如果可以摆一，也是一样的道理，也是有十六个。好，是这样子，这样 OK。好，好，谢谢，谢谢。好，哎，刚到哪里了？娘娘。哎哎，对对对，这里，嘿哈哈。好，那你看哦，哇，统餐的问题哈、哦，哇，现在的那个 COVID-19 哈、哦，好像越来越厉害，还有那个变种，对不对？这个变种变得有点神奇，说各国听说现在都很差，对不对？有些国家又在考，又打第三针呢。哎，你们是不是打第二针了？对，好，有些国家已经开始打第三。哎，高中到底是打几针了？忘记，还没吗？不是，就有打好几针呢。诶，没有吗？我们记得高中生好像打过好几针了，两针吧。好、哦，那你看哦，现在我们还有这个上学嘛？那现在别的国家听说又开始，像日本听说那一天啊，只有一针哦，是哦，好好好。像日本上次不是说又要锁国，不允许其他国家进入，因为太可怕了。听说这个变种的病毒越变越可怕。那你看现在台湾还没有，也不是说还没有，台湾有从外面进来，马上把它做隔离就对了哈、哦。那可能过一阵子你会不会觉得好可怕、哦？会不会这次学测到时候没办法考，还是要延期啊？会不会这种问题，还是要怎么样隔板，对不对？好、哦，那这个未来哈、哦、很难讲哦。啊，什么什么，嗯。啊，什么看不到？等一下，我看一下啊、哦，同学，他那个字都超小的哦，我就觉得哦，第二季十二月打是不是？哦，现在只有第四哦，我懂，了解，好哦，我以为是你们已经打了两针了哈、哦，好 ，OK， 好，那这个祝福大家了，也不知道未来的状况是怎么样，听说各国越来越可怕的趋势哦，像有些国家又好像又开始封城了。好，又开始封锁了，这样哈 ，OK， 这个未来不知道怎么样，到底要打几十针呢、啊？哈、啊，好 ，OK， 那你看哦，他说五天呢，台餐哦，甲三天，乙两天，哦，那就反正就是照排嘛，好，看那另怎么排，就是他比如说甲甲甲乙乙，哦，那就是五阶除三阶除二阶嘛，好，照排就这样。那如果乙连排两天，所以乙要绑起来哦，那乙两个乙要绑起来，再跟呢三个甲去排，所以三甲加。绑起来的乙，所以加起来就四个，好，所以这样四阶除以三阶啦，好，这个也是常见的，对不对？好，这个路径呢，你看从 A 走到 B， 哎，等一下，那个有些同学说，老师你这个题目都是我们以前做过的，哎，这种题目是经典题目，如果经典题目你可以想得透，你知道一件事吗？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在练功夫，有没有？这种最经典的功夫，如果你都 OK 的话，都那你这样变化就没有问题了。好、哦，就是你要把每一种的这个经典的题目，就像招式，有没有？我们的那个武功，有没有招式？大概就是那样啊。等到你真的去上打架的时候，有没有？你就会把这些招式去做一些应用。好，通常要把基本功给这个学透彻啦，好，对不对？通常要把基本功学透彻，所以这种题目虽然好像看过很多次，可是很多同学依然想不懂哦，这个是很可怕的哈、哦。OK， 好，那像这种甲走到乙的捷径哦，所以甲 A 走到 B 的捷径呢，你看去横的呢有六个，直的呢有四个，所以横的六个跟直的四个去排列，好，就先排到就先走。懂意思吗？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好、哦、相同物排列好、哦、六个四个相加十阶除六阶除四阶嘛。好，再来呢，经过 C 点或 D 或，所以我们就先哈、哦、A 经过这个 D 好、哦、A 经过 D， 所以 A 到 D 一二三好、哦、三横三直好、哦、A 到 D 是三横三直六阶除三阶三阶。D 到 B 三横一直，所以四阶除三阶，所以这个是 A 到 D 到 B。那，哎，等一下，哦，这第二小题啊，经过 D 是 A 到 D 到 B。那如果是第三小题 ，C 点或 D 点，那你又要再算啊。经过 C 的是 A 到 C 到 B， 先算出来，加上经过 D 的 A 到 D 到 B， 减掉
经过吸且滴的这样子，好，所以呢一样用取舍原理就可以把它算出来咯。好，那不经过，诶，不经过我觉得怎么算呢？不经过反而是用全部的方法扣掉经过吸或经过滴的啦。 OK， 好，哇，又来了。如果是斜线怎么办？一样啦。好，如果刚那个是基本功你会了的话，那斜线的话你看哦，从 A 到 B 你不管怎么走一定要走这个斜，这个 CD 这个斜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走这个斜线可以省掉一横一直，好，至少你看一横一直两步，这才一步，所以一定要走 CD 才会是真的捷径，好，这样懂意思吗？好，所以你看 A 到 C 一种， C 到 D 也是一种，那 D 到 B 呢有二横二直，所以二加二是四，四阶除二阶二阶就六种，这样 OK 哈 ？OK， 好，那把 CD 拆了共有几种？那你就开始用这个，这个叫什么？填数字游戏，好，就是你每一个点，好，就是左边跟下面加起来，好，就得到那个点，什么意思啊？例如这个这个点怎么来的？这个点的数字怎么来的？就是从下面这个啊，有没有四加这个左边到右边的这个七，所以七加四就十一，好，就这样一直加上去就答案啦。OK， 好，那哦，台阶又来了，对不对？台阶如果是十台阶可以走一步或两步，所以它有两种类的选择嘛。走一步的有 X 次，走两步的有 Y 次。所以第一个，我总要跨六步，所以 S 加 Y 等于六。可是总要十阶，所以 S 加二 Y 等于十。那去解出 XY，S 等于二 ，Y 等于四，代表说走一阶的好走两次，走二阶的走四次。好，所以就是一一然后。2222这样加起来就十次嘛，所以两次四次这样就是六次，所以六阶除二阶四阶，大概就这样。那共有几种上楼梯的方法哦，所以我就是可以去讨论，就是说可以跨几步，好，可以跨几步哈，所以可能可以跨这个什么五步六步七步吧，那么就列出它的解这样子。好，就列出它解。好比说，这个跨一阶的零次，那这样子就讨论就对了啦。好，那剩下就两阶跨五次，懂意思吗？好，一直列出来。好，列出来之后再去做排列，好，再去做排列哦。所以再做排列，把它排出来，然后加起来就好了。好，所以这个你一定要会，好不好？好，这里关于数字的排列，你一定要小心，排成七位数，但首位不能零哦。好 ，OK。所以把全部的排列方法。减掉首位为零，那这样就好啦。好，再来哦，晚会有抒情歌、摇滚歌、民歌等等。哦、OK， 谁比谁先唱哦？这个有顺序性的，有顺序性的，有顺序性的就要把它改成圈圈。好、哦，先把它拿成圈圈啊，跟其他去排，排完之后再把它填上圈圈。哦、大概是这样子。哦，所以你看哦，民歌跟台歌先拿出来，改成圈圈，再跟抒情、摇滚跟魔术，好，三个去排，所以这样三加二就五，五阶除以这个圈圈看成相同物，五阶除以二阶，好，出来是六十种，六十种，然后再排这个民歌跟台语，民歌先台语后，就只有一种，好，那就是六十乘一啦，好，就答案。好，那再来呢？如果民歌比台歌及魔术先，哦，那就有三个圈圈哦。好，三个圈圈你去排完之后呢，再把这个进来去排列，所以三个圈圈配上抒情跟摇滚，所以也是五阶除以三阶，因为三个相同物嘛。好，除出来二十种之后呢，哦，我们再去排，好、哦，好比说这样，好比说这样，那他说民歌比台语及魔术先，所以这个一定是民歌。好，至于这个呢，跟这个呢可以交换，所以再乘二就阶就对了。好，所以二十再乘二阶。好，这个是答案。好，又来了，这一样跟刚刚的一模一样方法，那我就在这里不讲了，我等一下再给你档案，好不好？好，那这里一样的方法，反正有顺序，先把它看成圈圈，排完以后再把这个圈圈填入刚刚有顺序的这个个体就对了。OK， 好，所谓的重复排列啊，就是说啊，好比说现在有 N 种不同的事物啊，然后呢，选出 K 个去排成一列呢，哦，那每一种可以重复，这什么意思？好比说我们。选密码，那密码每这四位数密码，每一位数可以零到九，所以有十种。好，所以十种、十种、十种、十种，所以十的四次方就是我们排密码。好，那一样的道理哦，像这里哈、哦，他说小吃店卖牛肉啊、石井啊、牛肉、石井、阳春、板条、米粉啊，饿了吗？哎呀，我刚刚好像没什么吃哎，你知道吗？我今天超多事情的，我今天哦。一早齁、哦、我们就到学校去，因为一早学校因为学生还要练什么，知道，因为他们刚考完
搞刚考完试，因为高一高二刚考完试嘛，他们要开始去比赛，比那个机器人，所以我们就一早就去学校开机器人。然后呢，下午呢，我们就是有这个下午同时进行是什么？今天同时进行是我们就是有这个直播啊，下午的时候，那播到一半呢，我们又上那个，我们又有开一个学生的培训的研习，等于说是上简报力表达啦。所以我就赶快去开一个场，然后再继续上课。然后呢，上完课以后呢，哇，赶快跟大家协助收场、收场、收场，因为顺便去看那已经上完了收场，然后我们就关门，然后赶快开车回来。所以我现在在家里，你知道吗？然后再开直播，你知道？哇，觉得这样一天好充实啊！今天到底是不是礼拜六？都好怀疑哦，你知道吗？我觉得明天要，然后明天可能又明天的事情哦。这个有时候每一天过得很充实，所以希望同学哦，高三也是过得这么充实。剩没几天了，剩49天了哈，所以你每天可能要排一些这个进度表。你们有没有排进度表？每天都要排进度表哈，因为你没排进度表，你每天都乱看哦，也不知道你到底复习到哪里。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哦，很多同学很好笑。那礼拜一复习，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同学复习，超可怕的。他说哈，他礼拜一复习国文，礼拜二复习数学，礼拜三复习这个什么什么理物理就对了啦。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千万不要这样搞，好不好？你可能一天呢，你要复习国，好比说早上两小时国文，再来休息半小时，再来复习英文，再来休息半小时，再来复习数学，再来休息半小时之类，就每一天，那个像吃饭一样啊，对不对？饭菜汤都要配得到啊，不能说啊一天好不第一天只吃饭，第二天只吃菜，这样太可怕了啦。好 ，OK， 所以每天要排一个进度表啊，你要去拟一个进度表、哦。那数学的话，其实最好准备了，因为数学的话、哦，你可以，我等一下给你档案，你照我这个档案全部把它算一次，然后呢，你去把这个之前考过的模拟考卷，好错的把它拿出来，还断考卷，我不知道你还在不在哈、哦，很多人可能不在了，就把它拿出来去订正。那如果这些东西没有，你也可以去买一本好好的这个题目哈、哦，好比说有考前。30天的，考前60天的去写题目啊。刚开始写题目，你可能不太会写。我跟你讲怎么办？如果你的数学程度不太好，那怎么办呢？你先去买一本题目来写，对不对？写的时候你可能通通不会写，没关系。第一遍，请你不要动笔，请你像我这样子，就是你把详解拿在旁边，看完题目，看详解。看懂详解，把全部，好比说我今天要做这一回有20题，全部把详解看完了，看得懂了，详解盖起来，重新来算一遍，算完以后去订正答案，订正答案之后，把错的呢再次拿来详解，再看说，到底是怎样错，把它再次订正完，好这样子，然后呢，错的呢，请你要做个标记。做个标记呢，可能我们到考前几天，你要自己去弄哦。好比说到考前10天，考前几天再回来写之前错的这个标记的这个题目。好，这样子。好，我们题目呢就是要精不求多。好，要把不会的弄懂。还有历届试题，你一定要把它算完。好 ，OK。不过历届试题有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是今年第一年，所以有一些题目好像就是以前有一些题目好像是我们今年不会再考的，对不对？尤其数B的同学，是不是？那你可能要去买一个，有一些的历届试题他会这样子，他把那个数B的范围不是数B范围的拿掉，那不是数B范围的拿掉之后呢，他补一些数B的范围进来，这个我是觉得还不错，所以同学可以去找一下这种历届试题。那历届试题你真的要考才知道说教授命题的逻辑，他的语句是什么。很多同学看不懂数学题目是你没有 take 到教授的频率，教授在命题的那个语句的那个逻辑你可能觉得看不懂。好，不过这种东西就是说耳濡目染，你要多看就大概知道他每次都用这种方式，就是教授命题其实就是那么一招，而且这些命题教授大概就是这一些人，大概就是这一些人，所以他们大概命题的语句啊等等啊好像都差不了多少，所以呢其实你看历届试题是有用的好，这样懂意思吗？然后数学的公式你真的要背熟，而且要理解，要理解哈，什么余弦定理啦，什么海龙公式啦，什么三角函数的这个测量sin是什么啦，还有指对数的图形啦，所以这个有一些性质定义定理你真的要背熟哈。那你说老师真的用背的不是用导的吗？断考不是学测如果这个还用
这个还用这个导的，你可能就根本就算不完，你知道吗？好、哦、像这个相关系数啦，好、哦、标准差啦，这种这个公式齁、哦、你如果没有背熟的话，到时候就糟了。好、哦、你说考卷的背后不是有这个参考试题吗？哦，那个参考试题里面翻来翻去，而且有时候参考试题它是最原始的公式，哎，你那个公式还在推导到我可以用到题目的公式，哎，那还有一段距离耶。那光你这边推，当然了，教授希望你去推的，但是你怎么可能花那个时间去推？你想别题，想那个题目怎么解都来不及了，你懂意思吗？好、哦，所以呢，我刚跟你讲拉一拉扎哈、哦，大概重点就是说。历届试题一定要再去买来算一下，好，那小心看一下题，那个题本，它有些会把，这个我们现在的，不是现在的范围去掉，这样 OK。然后呢，你可以买那种30天或60天的这个题目来算，好，那来算的话，你说我每一题都不会，没关系，你先把题目一边看，看完题目看详解，看懂之后吧，好比说这次要算20题，把这20题算完之后呢。就是先理解之后呢，再盖起来，再重新算，然后错的呢，再回来订正。好、哦，就是说你不要急。好、哦，你说真的，你60天的这个模拟试题目如果没有算完，没关系。好、哦，至少你会把握到你，碰到去计算的问题，结果你都会了。那这样我觉得还不错了哈、哦。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题目再精再直不再多，你知道吗？再直不再多，好，所以这样子我觉得你一定会有进步，好不好？好，加油加油加油！好，这个最后的这个冲刺啊，反正考完你就会爽很久，你知道吗？考完之后你可以在家睡很久，哎，好，从这个考完之后你可以在家，哇，不知道干嘛哈，然后到时候你还可以准备别的哈，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哈。其实高三是一个令人怀念的这个日子，你知道吗？哈，有很多的考试。然后有这个很多的活动哈、哦，也继续进行当中，还有拍最近有在拍这个毕业照啊等等哈、哦，表示说慢慢的好像你已经要离开学校了，要迈往人生的另外一个道路关卡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令人非常期待的。那在最后的这个40几天当中，你一定要好好努力把握一下这样子。好 ，OK OK， 好，那真的我看有些同学好像是复习每这个库克里的每一个复习都有在上线哦，我觉得真的非常感动。好，那我们继续。完了哈，好，那他说呢，小吃店只卖这个五种了哈，反正他学店未来三天都去小吃店点一份餐点，哦，他好无趣哦。好，问你这个客人呢点餐的安排，所以呢我三天点餐安排每天都有五种选择哈，可以选择牛肉面、什锦面、阳春面。哎，我觉得这跟钱，哎，我觉得应该都是我在加钱进来哈。好比说第一天只能点80块的，第二天只能点这个50块，第三天可以点到100块的之类的哈。OK， 好，所以答案就这样啦。好，那再来看这个例题，他说把四颗不同的球任意三路放三个不同的篮子，哦，共几种方法，所以每一颗球会有三个头发，所以三的四次方，哦，三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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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OK， 好，那又来了，哦，五本不同的书，哦，分给甲乙丙三个不同的人，哦，任意分就是说，到底是书分人还是人分数，哦，当然是书去选人嘛，哦，因为人选书不对啊，哦，人选书那第一个人选完就不能再选了吗？好，哦，可以啊，因为他可以重复选啊，所以应该是书选人。好，哦，书选人，所以每一本书有三种选择。好，哦，三三三三三三，所以三的五次方。好，再来第二小题，甲至少得一本。甲至少得一本，就是说用全部去扣掉甲没有拿的。那我们用这种反面解会比较好，不然的话你要算甲得一本或甲得两本或甲得三，这样子太累了。好，哦，太累了，所以呢，用全部方法去扣掉甲没拿到，哦，甲没拿到就是甲你不要分，剩下乙丙去拿，哦，所以每个书去，分给了就是两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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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二的五次方，所以用三的五次减掉二的五次就是答案了。好，再来，哎，等等，刚刚有人问问题是不是？叮叮，他每次这个数字，叫什么？好，你讲这个没有错没有错。好，这个问题也是常常这个，哎，等一下，我现在在哪里啊？好，等我一下哦。耶，好，到底是谁选谁的问题？就是说，我哈，哦，被选的，你看哦，书去选人，那书就结束，那一本书就结束了，可以换下一本书去选。那如果人去选书不对啊，因为人选了书，
那这个人他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去选书，是无法决定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通常，通常啦，我是跟学生这样讲，你看哦，这个答案哦是三的，你看，你看这个，你看哦，这个答案是三的五次方哈、哦。通常我是把可以重复拿的，好、哦、备选，好、哦、可以重复的是被选择的，好、哦，你看这个人是可以被重复，人是可以重复拿嘛，所以他是被选择的，好、哦。可以重复、哦、拿的是被选择的、哦、通常是这样、哦、可是我跟学生那时候讲一个小口诀，就是重的摆下面，不重可重复的摆下面、哦、所以我就跟他们讲重的摆下面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可重复的摆下面，人可重复拿了啊，不重的摆上面，书每一本出去就没了。所以你看，到底是人、哦、人摆下面、哦、人有三个人啊，不能重复的啊，五摆上面，好，我是这样子啊，好，就可能你还是要理解一下下哈，这背这个好像也蛮有趣的呵呵 ，OK， 这样懂意思啊？就是重的就重复的啊，可重复摆下面，可重复就是人呐、啊，人可重复拿，可见是书选人呐、啊。那我问你哦，到底是酒选杯还是杯选酒，谁可重复啊？哎、欸，知道吗？谁可重复？是酒选杯子还是杯子选酒啊？应该是酒可重复嘛，因为酒一直倒，因为酒很大瓶嘛，对不对啊？杯子倒了就没了嘛，好，所以酒可重复，所以它的数字在下面，好，大概是这样子。好，好比说我现在写哈，好比说有这个四种酒，好，四种酒，好，四种酒，好，倒入五个杯子，好，倒入五个杯子。好 ，OK， 那到底是谁选谁啊？哦，那当然是酒可重复嘛，好、哦，所以应该是杯子好、哦、选好、哦、没，应该是什么？每一等于说是这个杯子哈、哦、有四种选择好、哦，所以四的什么五次方好、哦、这样子 ，OK， 好、哦，第一个杯子有四种，第二个杯子有四种，第三个杯子有四种，第四个杯子有四种，第五个杯子有四种，四的五次方好就这样子咯，这样 OK， 好，因为酒可重复嘛。OK， 好，这个数字写好丑。好，来，我们来看第三小题啊，被盖住了。好 ，OK， 那就这样咯哈。那至少每人至少得一本，那就是说全部的方法扣掉有人没有。好，有人没有，哎，这个我要擦掉哈。等一下，好 ，OK， 擦掉。好，那。好 ，OK， 那全部的方法扣掉哈，哎，有人没有，对不对？有人没有，就是说，有可能是甲没有，或乙没有，或丙没有，所以有三种可能是没有的。所以你看哦，全部方法是三的五次方嘛，扣掉有人没有，有可能是甲或丙或甲或乙或丙没有，所以三种。好，那如果是甲没有，那就是换乙丙两个人嘛，就是二的五次方。那这样子会有这个重复减的问题啊，因为我这个圈圈重复把它减掉了、啊，重复减要再加，哦，加有可能是加到什么甲乙没有，你重复算了，乙丙或丙乙，所以有三种，好、哦，假如甲乙没有拿，那就全部给丙，就是一的五次方，好、哦，就你看虽然的数字是1331，好、哦，后面不写，因为它是零嘛，这样 OK 哈、哦，好。那就这样咯，好 ，OK， 哦，那又来了，好，那从0、1、2、3、4，好，就是可重复的四位数，好，那共有几个呢？好，共有几个呢？那我们千位当然不可百零啊，好，那所以千位有四种选择，1、2、3、4选必选，那剩下呢，百位、十位各有五种选择，因为它可重复嘛，可重复嘛，所以四乘上五的三方嘛，好，那他说有数字相同的有几个，那就是把。全部的方法扣掉完全相异啊，那就表示有可能有数字相同啊。那完全相异就是这个百位这个千位数可能一二三四啊四种选择。然后呢这剩三种，可又把零摆进来也所以还有四种。所以再剩三种，再剩两种。所以把这个500扣掉它就是进去空隙。所以呢这个先排其他格呢这差四阶嘛。好，那再差空隙，所以五个空隙选三个进去 EFG， 所以 C5 取3乘上三阶是这样子的。好，那如果是说我第二小题七个排列。三个一要分开哦，那三个一要分开，那我就先把这前面四个先排，所以前面四阶去排，四阶去排以后会有五个空位，
五个空格，五个空格我选三个排一，可是它都是一，所以我不用乘三阶哦，因为都是一就乘一就可以了。好，那这里呢也很以前的经典题目，五个男生选四个女生啊，那担任主席、司仪等等啊，这样去安排职务，这好像是大同小异，对不对？好，那这个去讨论也可以啦。好，那这个我就过去了，好不好？又来了啊，这个例题要说从九个矩形中哈，那去组成大的矩形，共有多少个矩形呢？哦，所谓的矩形就是只要有两条直线、两条横线就可以围成一个矩形。你看现在的水平线有一二三四四条水平线，我任选两条，跟四条的这个牵直线，我画反了，任选两条，这样排出来呢就会是一个矩形，所以 C4 取2乘 C4 取2啦。那如果要包含 P 点，怎么样可以把 P 点包起来？可见 P 点的左边选一条， P 点的右边选一条， P 点的上面选一条， P 点的下面选一条，所以你看啊， P 点左边只有一，所以1取1， P 点的右边有三条，三取一， P 点的上面有三条，三取一， P 点下面有一条，一取一。好，这样子就是九个。好，再来第三小题，要包含 P 或 Q 或哦，所以我们第一刚已经算出包含 P 的，再算出包含 Q 的，再减掉包含 P 且包含 Q 的，这样就好了。好，这样懂意思吗？好，所以这个包含 P 的九种，包含 Q 的九种，因为它对称嘛，减掉包含 P 且包含 Q， 所以包含 P 且包含 Q 就是说 PQ 的左边选一条，那 只选这一条， PQ 右边好选一条就选这一条， PQ 上面这上面有三条，三条选一条，一二三，好，三条选一条，所以是 C3 取一。好，再来 PQ 下面，下面就一条，这样懂意思吗？好，那这样就是我要的啦。好，那再来，哦，又来了。好，同学去分班，好，甲班要三人，乙班要两人，有几种分法？那甲班三人就是说，从五个人选三个出来，好，放在这个甲班，剩下就放到 B 乙班。那我选出来就好，我没有排列，好，就这样。好，那我不用排列了，好，所以用上面的方法就好了。好，来，再来，六个人进去房间三间 ，A 住三人 ，B 住两人 ，C 住一人。哦 ，OK， 那就是说，从六人呢选三人进去 A， 好，然后呢，剩下三人呢选两人进去 B， 剩下一人呢选一人进去 B。G C， 那这样就答案了。所以 C 六取三 ，C 三取二，选 C 一取一，哈哈，就答案六十。好 ，OK， 就这样。好，那再来又来了，你看又来了，六本不同的书，好，分给甲乙丙三个人，每人得两本。哦，那这个很简单喽。好，就是六本，哦，又来了又来，就是六本选两本，剩下四本选两本，剩下两本选两本，好，给分别给甲乙丙。好，那就是答案第一小题。第二小题呢，若装入三个相同的袋子。哦，那每袋各两本，那小心哦，是三个相同的袋子哦，所以你要怎么算呢？好，虽然是 C62、C42、C22 相乘以后，有没有？那你要去除三阶，因为这个三个相同袋子我不能照顺序，因为我没有顺序可言，每个袋子都长得一模一样，所以要除以三阶，就是我不要排列，所以这里小心，第二小题要除以三阶。第三小题呢？他说一个袋子四本，另外两个袋子一本，所以这个是 C6 取4，直接给这个袋子。剩下呢 C2 取1跟 C1 取1，好，去两个袋子，但是要除以二阶，因为他不要有顺序。好，这里你看，这里，好，所以除以二阶，因为他不要有顺序嘛。OK， 好，那又来了，这个斗牛赛组成三队，哦，这个好像都差不多哈。好，所以斗牛赛九人组成三队，好，甲乙两人在不同队的方法，哦，那我就很简单啊，就是说甲乙两人在不同队，那就是先把甲乙独立开来哈，甲先占一个，好，这样啊，乙先占一个，那所以这里呢，好，一对，这里一对，所以剩下七人，好，七人呢，可分为三人、二人、二人这样，好，这样子就好了，好 ，OK， 就这样子去分。可是七人，分为三人、二人、二人，这个怎么样？要除以二阶，好，因为我只是到底是分甲乙或乙甲这样子，好，那再最后再分，好，再乘 ，OK， 这个，等等，我刚刚这样子讲不太清楚。应该是说，好，我这里再一次，我应该是说哈，甲乙不同队，所以甲乙先站在两边，好，甲乙先站在两边，那现在不是剩七个人吗？
七个人，因为要这个组成这个三队嘛，好，七个应该是这样，我重画一次好吧？好，甲、乙，好这样，然后呢，甲这边，乙这边，然后这边还有一队，这样组成三，应该是这样才对。好，然后呢，这七人，分三人就要在这三人在这里，好，所以七七取三，直接丢这里，剩下呢 ，C42，C22。那 C42C22 它本来没顺序，所以刚刚说要除以二阶，除以二阶分两堆以后再排进去，到底是跟甲还跟乙，就是可以交换，所以再乘二阶是这个样子。好，先分堆再分给甲跟乙，所以为什么要除二阶再乘二阶？好，这样子，好，我刚刚修正这样子讲法应该比较不会那么混乱。好，再一次，甲乙先占一个，然后剩下一堆要三人嘛，所以七取三就是那一组排完了，那一队排完了嘛。那甲乙现在还没排嘛，所以剩下的四取二，二取二，四取二，二取二。但是他先出来是怎么样？先分堆，所以要除二阶，因为没有顺序嘛，分堆没顺序。分完以后再丢给甲乙，可能这个给甲，这个给乙，或是这个给乙，这个给甲，这样子。好，大概是这个样子。好 ，OK， 好，那再来这个例题，这个例题呢又来了，好，五对夫妇选四个人啊，那任意选当然是十个人选四个人，现在恰有一对夫妇啊，恰有一对夫妇就是说哈，你应该怎么样？五对先选一对啊，选出那一对夫妇，好，已经假设我选出 AA 了，好 AAA 了 ，OK， 那剩下呢这个四对呢应该怎么办？好，四对我就选两对，好比说我选到B 跟 C 这两对，这两对因为不能是夫妇了嘛，因为我有一对已经是夫妇了嘛，所以这两对呢，我就是夫妇各选一个人，所以 BB 选一个人就二，好，这个 CC 选一个人就是二，好，是这样，好，所以这个这样知道吗？哈，就四对选两对，每一对抽一个人，每一对抽一个人，好，这样子 ，OK， 好，那再来，如果东通不为夫妇，通不为夫妇就是五对里面选四对，好出来嘛，每一对呢？夫或妇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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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二乘二乘二乘二是这样子的。好，那又来了，这个鞋子又来了，对不对？好，鞋子他说哈，六双不同颜色的鞋，任取四双。哦，这种题目很多，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直在 run 这个题目给你听？这种题目都是经典试题，所以你一定要一直不断的这个熟悉它，好，让它变成你的基本功。好，这样子，那你说哈，有时候你去补习班听说啊，考前呢、啊，老师就跟你讲、啊、会考什么会考，讲的都是一个好像有方向，但是又好像不知道是什么。我跟你讲，那个没用。好，你就是还是要老老实实的把这个题目都给他怎么样，全部打底再算一次。这个有点像是，我现在的这个B， 你一定要打底打好，才不会到时候有没有？你刷了很多次油漆没有用，因为到时候你没有防水做好，到时候又脱漆啦，好啊，或者是到时候又怎么样，冷热交错，那个漆又会怎么样变质啦，好，又会掉下来，变雪花片片。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一直在带这种经典的题目就这样？你经典的题目一定要再把它做熟，好，做到说你看过这个题目哈，看过这个题目。好比说这一题六双不同的鞋子，好，任选四双，你看过这种题目，然后恰成两双，你就知道怎么算了，就是用讲的，好，你不要用讲的，你就可以讲给大家听得懂，那代表你这是基本功是打好的。所以像这个六双选四双，然后第一个要两选四只，第一个是要两双嘛，那就是六双里面选两双就可以了。第二个恰成一双，恰成一双就是说六双先选这个一双，好，已经选一双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已经两只已经出来了，好，这个二已经出来了，那还差两只，对，还差两只就从剩下五双选两双，每一双可以左右选一只，左右选一只，所以这个就是剩下就这样。好，再来，如果均不成双是什么？均不成双就是四只都不成双，那就是六双选四双出来，每一双左右各选一个，左右选一个，左右选一个，左右选一个，好，二选一就对了啦。好 ，OK， 好，那再来下一个例题 ，Internet。Internet 这个字共有八个字母。好，第一小题，任选四个字母。
好，任选四个字母呢？我八个字母要任选四个字母，你要小心哦。你要讨论这个 I 哦，有一个 I 哦，有两个 N， 有两个 T， 有两个 E， 有两个 R。哇，这 Internet 也太多这个重复的字了吧？哈、哦，那请问呢，选出四个字母，这样有几种方法？那我们就要分类哦。为什么？因为搞不好这个字母选出来是，所以你这个一看就知道说哦，你要怎么做，用讲的。讲给人家听说哦，你都了解，好、哦，所以我们可能有可能是二同二同，好、哦，二同二同就是两个相同，两个相同，这样总共四个，好、哦，有可能是二同二异，好、哦，有可能是什么四个相异，这样，好、哦，不会有三同一异啊，这怪怪的吧哈、哦，好 ，OK， 因为它最后是二同嘛，好，所以二同二同是什么？二同二同是从 N T E R， 好、哦，哎，不对不对 ，R 是一个，好、哦，所以哦，从 N T E 好、哦、选两种字母。好，好比说我选到 N 跟 T， 那代表二同二同，两个 N 两个 T 啊。好，所以 C 三取二。二同二异是什么？二同二异就是说 N T E 有没有？好，选一个出来当二同，所以 C 三取一。那二异是什么？哦，好比说我选到 N 了，对不对？选到 N 了，那剩下二异就可以从 I T E R 选两个出来，所以 C 四取二。这样懂意思吗？好、哦，这个二异要小心哦，很多人搞不太清楚。好，再来，如果四异呢？四异就是五种字选四个出来，啊、哦，各选，然后再各选一个，西五取四，这样就答案了。所以这个很多人好像不太会算，好、哦，这要小心哦。好，那再来，刚刚那个选出来，然后把它讨论出来没有？把它相加就答案。好，再来，如果是四个字任意排列，啊、哦，那我们选出来再排。所以你看，我刚刚二同二同选出来再去排，所以二同二同就四个嘛，四个去排，四阶除二阶二阶，因为两个交换还是看不出来嘛，所以除二阶。好，那二同二异，好、哦，就四阶除二阶，好、哦，就是选出来再去排。四异，好、哦，四异就是四个都不一样，所以四阶，所以选出来再去排就是五乘上二十四，好，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再把它全部加起来，这就是答案喽。好，那这个呢？这怎么念呢？妈妈呀，哎，怎么念？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妈，哎，这到底怎么念？不懂。好，好，反正呢，我从六字，这有意思吗？不太懂哦。从这，哎，搞不好我这次哦，心血来潮 ，COVID-19 哦，这个几个字母，哦，这个选三个选四个字出来排，对不对？搞不好可以啊、哦，好，随便乱出也都可以，对。他说共六个字母。任选三个排成一列哦，共六个字母，所以这里、哦、我讨论一下，有三个 M， 两个 A， 一个什么 L 啊，一个 L， 所以我要选三个出来，所以我分三类嘛，三个都相同，那就是都是 M 嘛，就一种。好、哦，有可能两个同一个 E， 两个同有可能是 M 跟 A 二选一当两个同，那一个 E 呢？好比说我选到 M， 那剩下还有 A 啊 ，A 跟 L 啊，所以 C 二取一啊，再去排列啊、哦，因为二同一异去排列就三阶除二阶。好，所以先选再排，这样 OK。好，那三个 E 呢？那可见就是三个 E 就是 M A L 各选一个嘛。好 ，C 三取三乘上三阶，因为排列嘛。好，排列 OK。所以再把它加起来就答案 OK。好，那我们刚刚已经算到组合，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排列组合讲完，然后 OK。那组合的性质有这种叫这个与组合定理。好，就是好比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C N 取 K 就是 C 的 N 取上 N 减 K， 这是什么意思？好比说班上有30个人，取10个去扫厕所，那就等于取20个不扫厕所，你懂意思吗？就这样。然后下面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有点像是巴斯卡，这个就是巴斯卡原理。好，就是一一二一，有没有？一三三一，有没有？一四六四一，哈哈，这样子哈、哦，所以你看哦，上面那两个，你看这个就是 C， 像这个一二一什么 ，C 二取零，二取一，二取二 ，C， 好比说我看这里好了 ，C 三取零，三取一，三取二，三取三，所以这个两个相加等于这个四，等于这个四，这个什么意思呢？等于说这个是C 三取这个取零取一取二，所以三取二加。C 三取三会等于 C， 你看 C 四取零一二三等于 C 四取三，好四取三，好是这个东西啦。好，这个呢就是在讲这件事，所以你看哦，三取二加三取三就是 C 四取三，所以上进一位，好三变四，下面取大的二跟三取大的就是三，所以 C 三取二加 C 三取三就是 C 四取三，有这个公式哦。
好，叫巴斯卡原理。好，那下面呢这个说明就不用讲了，好吧 ？OK， 好，那这个要会哦，这个要会哦。好 ，OK， 好，那从刚的这个说明呢，我们就可以讨论去求值了。C 十取二 K 要等于 C 十取 K 加一，所以有可能说这个二 K 会不会等于 K 加一啊？有可能，所以 K 等于一嘛。那如果还有一种可能就是2K 跟 K 加1相加等于10嘛，好，所以这样讨论起来就可以算出 K 了。好，再来第二小题在干嘛呢？ C22 哦，这个又来了巴斯卡原理，对不对？那我就要去改哦，因为你看刚刚这里，好，你看刚刚这上面都一样，数3取2 3取3就是33一样，对不对？所以你看这里呢要把 C22 改 C33， 好，这样才可以造成连锁反应哦。所以这个 C22 改 C33，你看，所以 C33 加 C32， 好，上进一位就是 C4， 下取大2跟3取大就 C4 取3。好，再来43跟42相加，好，上进一位就是 5， 好，那下取大2跟3就取大就是 3， 好，这样可以吗？就一直加一直加，加到最后你看42的时候是 53， 所以到最后192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23，好，所以答案就是 C20 取3，你看就这样。好，我刚刚讨论就这样 ,C20 取 3,C2 取3呢就是1140啊。好，这样会吗？好 ,OK, 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二项式定理，我们就要下课咯。好，因为我们就要讲到这里，那其他的部分我要就去寄 email 给你齁，我们的这个重点加这个影片等等齁，我接下来会为大家做后续的保固加强跟服务啦齁 ,OK, 哈哈。好，再来看二项式。二项式是什么呢？这个要记起来咯。好 ,S 加 Y 的 N 次方，好 ,S 加 Y 的 N 次方会等于这个 ,CN0SN 次方加 CN1S 的 N 减 1, 巴拉巴拉。哇，这个好难记哦。所以它的一般项就是什么呢？我们来记它的一般项。就是 C, 啊，在这里啦，不用抄了，在这里。好 ,CN 取 R, 然后前面 X 的 N 减 R 次方，后面 Y 的 R 次方，这样子 ,OK,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二项式定理。好，再来这里有小证明，我们不理它了。好，我们来去展开，那你就照刚刚那个去展开，好吧，就公式去展开。所以二项式定理呢，这一题是很重要的，这一题是很重要的。好，所以两个相加的八次方要算 S 平方。我们先来看它的展开的一般项，展开一般项是 C8 取 R， 前面叫 X， X 的8减 R 次方，后面是负的，我把这个减当成负的 x 平方分之2的括号的 r 次方，先把这个去化解。好，所以你看这个 ax 好平方好在 r 次方就是 ax 的 2r， 那这个负的并上去就是负2的 r 次方，再来把这个 ax 好，你看这 s 的8减 r， 这是 s 的 2r， 相除就是次方相减，就8减 r 减 2r 就8减 3r， 所以这个就是一般项，这个就是一般项。好，所以这个一般项呢，它题目说 S 的平方，可见8减 3R 要等于2啊，所以算出来 R 就等于 2， R 等于2带进去前面这里，前面这里，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系数。好 ,OK, 所以那系数就是这个 112, 对不对？好 ,OK, 好，那如果 三次方呢，三次方就是8减 3R 等于 3, 结果 R 是三分之五，不对哦，因为我们这个 R 齁都要是从0到 N 好的整数哦，不能是分数，你懂我意思吗？好，所以这个没有这个项就对了。好，会没有这个项，他乱出的，哎，不是他故意出的。好，要跟你讲说没有这个项。好，那像这种题目怎么办？哇哇哇哇，这种题目怎么办？这个首项是一减 s 平方，好，然后再来平方三方，再来十方，哦，所以后项除以前项，所以它的公比就是一减 s 平方嘛。哦，那我知道了，它有等比这个级数相加，等比级数相加呢，就是呢一减 r 分之首项乘上一减 r 的 n 次方，所以我们化简一下咯，所以这里就是 s 平方，哎，这里乘进去，这里乘进去，好，就是一减 s 平方减掉。这个乘进去就十一次方嘛，哦，那可是人家只要算四次方，哎，所以四次方这里不会有四次方，所以我要算后面这里，后面这里是十一次方，所以我要展开六次要除以这个二次才会是四次嘛，所以我要其实我要算出这个，好，这个的六次方，好，我们把这个讲完好不好？好，这个六次方呢有二项式定理，所以它的一般项就是 C 十一取 R, 好，乘上一的八十一减 r 乘上负 s 平方的 r, 好，那我就知道说，哦，这个 r 取三，这样二三才得六嘛，好，所以这个 r 取三前面就是系数嘛，可前面要加一个负号哦，因为刚刚这里前面是有个负号，所以负的一六再加一个负号就是正的一六五，好，所以这个是超难的，这样 OK 吗？好，那其他的呢？
我跟你说哦，因为我们这个太多了，所以我们呢要给同学呢这个 email， 所以一样的哈，请你哈来帮我一个忙，来，请你回到这个库克云这里哈，帮我，哎，我把它放大一点好不好？哎，我已经放很大了，哎，怪事哦，感觉变小了，对，请你回到库克云这边哈，这边呢我新增一个学习活动，我来做这个讨论好不好？哎，我们一样哈，请留下你的 email， 让老师。这个总复让老师更多，哎，我把这个复制下来吧。OK， 好，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哦，这个讨论哦，这个 OK， 好，请留下您的 email 哦，让老师寄更多复习资讯给同学。OK， 好，那请留下你的姓名加学校加 mail， 那我就会把这个我们的简报加。之后我会录制他的一到四册的复习影片，复习影片给各位同学。那我这个开放时间现在马上开放，截止时间呢？我们在这个二月好了哈，二月这个到五号吧哈。哎，什么什么？等一下，同学说什么？哦，留过早上还就不需要了，好就不需要了，好留过就不需要了，好 OK， 好留过就不用。因为留过我再寄，我反正都寄寄啊、我两个都会寄，好，不管你是数位数 B， 我两个都会寄给你，好不好 ？OK OK， 我可能就是下礼拜会寄给大家哈 ，OK。那反正有影片我也再录给大家，我会录影片哦，好，再录整个影片。那这个影片哦，以前有同学说超棒的，你知道为什么超棒的？我会把刚刚简报转成影片，然后它会大概是五秒播一页，五秒播一页，所以有些同学在考场的时候，考前三十分钟就可以看了。这样大概是这样哦，应该是非常非常好。很多同学给我做回馈说，哦，在考前的时候看我给他的那个影片哦，非常有这个价值，会第一个安定人心，第二个再唤醒他的回忆哈、哦，让他心情上还有实质上都会有更大的帮助哈、哦。大概就是这样咯，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哦，我们就到这个地方要跟大家，我还是开一个这个，哎，那不见了。好，我是开成镜头啦，因为刚有点卡，我才把它这个镜头给它关掉了哈，有点卡，这样 OK OK。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要告一段落啦。那真的要祝福同学，好不好？最后再给同学几个叮咛啦哈，因为你最后等一下，等一下啊，被我拉一拉，嗯。好 ，OK，OK，、okay, okay, 好，好，那最后给同学几个叮咛啊，就是第一个哈，在这个我们剩49天当中啊，这个你要去做这个复习，还是很有希望去做进步的。如果呢，你持之以恒的复习，相信自己会进步，那我想你还可以再把自己的成绩再提升许许多多啦齁 ,OK, 这是第一件事情。好，那第二件事情呢你不要齁、哦、每天齁、哦、就是一个礼拜只看一次数学，你每天大概就是做个五题到十题，那做的内容呢你可以有几个选择，好比说你可以把之前错的题目段考题或者是模拟考题错的题目拿去计算齁、哦、拿去再想想。那但当然呢你也可以去买那个历届试题，历届试题拿来齁、哦、有些题目版本已经不错，他把那个非你的范围的这个题目已经把它给砍掉了、哦、就是留你范围要的，这样不会浪费你时间。所以历届试题可以了解到说这些教授委员啊再去做命题的他的一个思维，还有他的这个语句是怎么样去做这个命题的。那再来哦你呢可以到时候看，哎，大家记得要留 email 哦，哈、哦、，OK OK， 然后你 email 不要留错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很多同学留 email 都是留错的 email， 哈、哦，请你自己在这个多留意，可能有些人打一打他的手字会变大写之类的，好不好？就这样子 ，OK， 好，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啦。好，再来呢，我刚刚讲说啊、考前的时候呢，你可以拿我给你看的影片哦，那在。复习一下好，那我是觉得齁数学这一门科目齁只要你多做多努力，虽然也许有些同学不会得到顶标啦等等啦齁，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有进步的啦齁 ,OK, 然后不要去搞太难的
好，因为数 A 今年一定会比较难，好，数 B 呢，我觉得应该会出的比较偏简单，就故意要展示给大家看说，哦，数 B 就是很简单啦、啊、OK， 好，那有些同学可能两个都准备，那就 OK 啊，哈，也不错，好，多数准备总是好的嘛，哈，那最后呢，要祝福同学，好，这个考试考高分，好，最后呢会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那我就要跟同学在这里说拜拜的哦，好。记得要记得继续订阅库克云，按赞加分享哦。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咯。记得要留 email 哦，我会再把一些讯息、好简报跟影片寄给大家哦。好，要跟大家说拜拜咯。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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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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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加油，大家加油，好，拜拜，拜拜。拜拜，好，大家加油喽！